报告联席委员会出席委员十六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3月14日上午9:04至12:04，下午20:37至50:54，地点群贤楼9楼大礼堂。出席委员黄委员、国昌等40人，列席委员陈委员、廷飞等40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陈威仁等，主席曾召集委员齐迈。讨论事项第一案之第7案，审查委员叶宜津等30人依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案，本日会议经委员叶宜津等说明提案要旨，内政部部长陈威仁报告，委员黄国昌等21人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部长陈威仁等及其答复说明，决议一询答未毕，另定期举行会议继续询答。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假如没有错误或遗漏，我们议事录确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七案，继续审查委员叶宜津等30人依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案等7案，第8案至第10案，审查委员林俊宪等17人依据不当党产取得处置条例草案案等3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先介绍列席官员，我就不一一介绍，因为大概跟上次列席的单位都差不多。我们有这个内政部部长啊，还有民政司、地政司，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啊。那另外，我们今天有增加邀请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啊，还有移民署副署长张启啊，司法院、监察院、法务部、财政部、交通部、教育部、经济部、经管会、文化部、国防部，主计金融处啊。人民会、卫福部、主计总处、人事行政总处、全序部、退伍会、农委会跟国发会都有派人列席。好，那我们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在上次询答啊，进行到这个还没有结束啊。那但是院会又交下来有3个案啊，那我们是先请这3个案的提案委员来做说明，提案说明。好，那第一位我们请时代力量党团，时间5分钟。好，谢谢。主席好，各位同仁早安。本院时代力量党团这次的提案说明，主要是为了落实转型正义，并建构政党公平竞争之环境，保障各政党在有公平基础、良性竞争，以促进台湾民主之深化。对于戒严时期政党违背政党本质，侵害第三人之自由权、财产权及其他法定权利而获得之财产，或是透过以政党领政、党国不分，以无偿或显不当、不相当的对价取得原属国家与人民的财产，不符民主原则与实质法治国要求，认为有特别规范处理之必要。而本党团这次的提案主要有5个大特色，第一个就是吹哨者保护及奖励的部分，其中载明若政党有故意或遗漏没有申报的不当党产，由第三人揭露的话，可给予奖励。第二是资讯揭露者免责规定。第三是关于受害者的权利回复。因为过去在威权体制下，政党有部分的财产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取得，但是有的部分是来自私人，所以草案中有规定，党产如果是由国家取回之后，原则上明定为国有，若受害者能证明哪些不当财产是他当初被夺走的，
可以向行政院设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申请财产取回。第四是资讯公开，最后是调查程序的公正程序保障。针对有关调查程序应如何进行，法案中也有进一步规定。目前的行政院对于党产的处理要如何进行，我们不应该置身事外。因此，为了落实转型正义，敬请本院的同仁支持，谢谢。好，那接下来，林俊宪委员跟赖瑞龙委员都不在场，我们请他们等他到的时候再让他们补充做提案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这个询答，询答的时间跟上次一样，本会联席委员，这个时间发言10+2，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2，第一位，我们轮到登记第22号的这个杨振武委员，来，杨振武委员，时间10+2，谢谢。主席，各位同仁早。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或其他相关的这一些法案哈，但是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这两天发生的就是内湖的杀童案哈，引起社会非常大的震惊，也让家属非常的痛心。仅仅4岁的可爱女童被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来杀害，我想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可以说是人神共愤。本席自己本身也是3个小孩子的父亲，所以当看到这个相关新闻的时候，本席的心里是坦白讲非常非常的难过。今天的委员会虽然是审查党产条例，但是呢，内政部执施治安事务，本委员会更负有监督之责，所以特别是今日内政部长也列席来备询，所以本席在此建议啊，主席是否请我们在场的委员同仁、备询官员以及现场的所有人起立默哀1分钟。这个你这个应该我会带临时提案来做处理，好不好？你先进行询答，那等一下我们再处理。那也希望主席待会能够处理，以表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难过与重视哈。那另外请陈部长来，部长。杨委员好，部长早，部长我先请教哈，这一次杀童案的主嫌是否为精神病患？是不是精神病患应该由医疗单位来做鉴定？是啊，我也觉得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台北市的刑大已经先认定他是精神病患杀人的一个案件，然后士林地检署又表示还在侦办中，同时就像您说的，需要医生来鉴定。如果这样，是不是有些引导？如果他先定掉了，会不会引导证人或者引导这个当事人来往这个方向，自己先来做一些预先的一些说法？我想，因为我没有直接听到这个台北市警察局怎么说，那到底是这个警察在对外说明的时候讲的不精准，还是在报道的时候不精准？我不清楚。但是很清楚的就是。是不是精神病患应该由医疗单位来做鉴定？好，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可能要请我们警政署这边去了解清楚哈。如果在还没有经过相关的鉴定或者认定之前，刑大这样的说法，我想是非常的不当的，必须做一个处理啊。再来的话，我想这几年一直发生的哈，像包含昨天中午也发生的捷运砍警察的事件，那。近年来的这种随机案件频传，92年的时候，新北市陈贤杀害女童，出狱后再度杀害邻女，101年台南发生，林贤诱骗10岁男童割喉致死，103年郑捷捷运随机杀人，104年龚姓男子在北投文化国小尾随8岁女童割颈案，以及昨天詹贤在捷运站砍伤警察。这些犯嫌均被诊断具有精神疾病或持有精神障碍手册。请问部长，针对这一些治安高风险的精神病患，政府有何对策？昨天在治安汇报的时候，张院长也指示卫福部
要就这一个怎么样这个加强疑似精神病患这样的一个这个强制送医以及加强跟这个社政以及跟治安单位联系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是在列为中长期的措施。在短期上来讲，我想我们警察治安机关能做的大概就是加强巡逻的密度，能够提高这个见警力，另外在校园的安全防护的作为上能够跟教育单位做密切的配合。另外当然还有就是目前就卫生社政警政通报的联系机制上能够来强化。我想这样，部长，您刚才提的这一些都是惯常我们听到的回答了哈。这些事情已经讲了很多年了，我们不希望每一次在发生重大的社会治安案件的时候，又听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回答。部长，旧方法哈产生不了新结果了。如果大家还只是这样子，想说把这一阵子的这个社会新闻的舆论热度把它应付过去了，然后还是一样是用这一些什么联席啦，然后我们会加强什么啦什么啦，我想这个案子还是层出不穷。我们应该是要去探究这些事件的本源啦哈。那这个事件其实除了说刚才提到的，事实上也涉及到毒品的部分，也涉及到毒品管制的部分。说到毒品哈，部长，近十年来我国毒品犯罪的状况是恶化还是改善？你觉得？毒品是这样的，在一二级毒品的犯罪的这个情况有减缓，但是三四级的这个毒品的泛滥是有年轻化，而且数字也还是在增加。那三四级的你觉得会不会产生我们讲的这些状况？会。那既然三四级的也是一样会产生这些治安的后果，那为什么我们让三四级的还是一样这样急速的升高？是因为我们对三四级的刑罚不够，还是认定上有问题，还是怎么样？这个牵涉的非常广泛，的确也有人提到是不是把三四级的毒品的犯罪的刑度能够提高，但是也有很多专家学者持不同的意见，那这一部分是由法务部来主政。好，这样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哈，在这个事情上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部长，您个人的看法，您赞成废死吗？这个会死这个议题我觉得是要有高度的社会共识。虽然我个人上来讲，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上，要完全的会死是有相当这个大家的不同的意见。部长，我知道要有强高度的社会共识，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不同意见。我现在是觉得，我非常不愿意在这种时候哈，每次在有重大的社会治安案件的时候，我们就来讨论这一个事情。这个其实对家属又是再一次的这一个伤害了。但是如果说连这种有高度社会治安事件发生的时候都无法理性的来探讨废死这件事，我想我们不能抚慰家属，不能给家属交代，不能给社会交代，也无从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部长，就你个人来讲，你赞成废死还是反对废死？我觉得有限度的这个限缩死刑的范围，但是不能够绝对完全的废止。好，所以我想有限度的限缩是为了让人权得到更多的保障，但是部长你还是肯定死刑的存在对一些相关案件还是有吓阻的作用？是的。好，非常清楚。接下来我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这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这一个我先请教一下部长，在上一次我请教次长的时候，我说过，你知道我们目前在相关的法规法条里面，名称冠上不当的有几个？印象中是没有。印象中没有哈，来，我跟你讲，我查了半天两个，但这两个哈，有的是那种都是行政办法或什么之类的啊。为什么只有两个？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委员有很多都是专业的。不当这两个字它其实带有一种不确定性，它带有一种不确定性，当这个不确定性，当它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应该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特别是如何来认定。在这边呢，我再请教部长，假设，因为我们按照目前看到的很多版本，都是要在我们行政院底下行政院底下再设一个特别的委员会
来认定这些党产并处理这些党产嘛。好，那这个是属于行政作为嘛，对不对？那可以预见的，这一些被认定的政党，他在被认定之后，应该会提出一些抗告或异议。那这个时候他的救济方式会是什么？我这样讲，因为这个不是内政部的主张，所以我不能替提案的单位去解释说他将来怎么去处理。但是以目前我们民间对于有关这个财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私权上的一个纠纷，是可以循民事诉讼的这个程序。好，没有关系，部长，我跟你说哈，不管是我们提的政党法的版本，还是各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处理条例，基本上如果对这一个委员会，这个特别的委员会所提出来的有异议的时候，他还是会透过司法的手段来取得救济，对不对？是。好，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很好玩？首先，先用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叫不当，然后再透过一个行政以行政的方式处理的这个委员会得到的结果，如果说被处分的一方有意见，再透过司法的手段救济，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从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呢？这个要请教提案的这个委员。那你个人的看法呢？我是比较主张是直接按照现在既有的制度，就是循司法的途径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哈，我们非常审慎的，必须非常审慎的来看待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党团也好，我们委员本身也好，我们本身都非常愿意来支持转型正义，也非常愿意坦然的来面对我们过去历史的包袱。但是，所有的东西的建立，它必须可长可久，必须有一致性，必须有普遍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仅仅凭着自己的认定就觉得有，那所将来要来认定的机关呢，又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那我请教一下，万一八年后换人执政了，我因为认定你，我新的执政党因为认定你可能在执政时期有新增不当党产，那我新的执政党是不是要提出一个政党执政时期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并且从2020年开始算？如果这样子，是不是没完没了啊？我想，既然叫不当财产，没有人会反对说不当的财产要把它正当化，也就是说不当的财产应该做适度的处理，这个是大家都会赞成的。但您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法令的订定应该要普遍性的原则，也就适应所有的这个所谓，如果这个是讲党产，应该是适用所有的党。那么如果这个这样的话，我想才是普遍的一个原则。对啊，要不然我觉得哈，你看现在倒一个政党去请将来，伊即种伊就来一个，站一个政党即种时间，我怀疑你有不懂的东山，那就来啊，你真正无完无了了。哦，在这边哈，其实本席也要重申哈，本席是最支持转型正义的，非常支持，全中华民国我最支持。为什么？部长，全中华民国啊，上有资格讲转型正义的是啥？金门啦，金门啦。所以哈，有没有今天有没有财政部的？有，来财政部的请上来。啊，你好哈。按照最近这个大家接诛的高举的这个大旗啊，转型正义，那方向不外乎几个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合法取得，那你就是非法；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它是当，那它就是不当，对不对？那我现在本席告诉你哦。本席打算要提一个案子，叫《不当国有财产处理条例》。在民国105年之前，凡是在金门地区军方、行政单位、各级单位无法有效举出你在金门所获得的土地明确的来源的，通通叫不当。自法案生效的日起，全部要归还给金门的百姓。你觉得合不合理？我想金门那个部分有离岛建设条例在处理的。我不管离岛建设条例。离岛建设条例无法达到转型正义的要求，我要的是转型正义。你觉得我这样要求合不合理？尊重委员意见。你没意见哈？你觉得我们国产署或财政部有没有办法将过去在民国105年之前，他没有带任何一块土地到金门，他有没有办法提出在金门这些所有土地的来源证明？我想也是当初总登记为准的。
对啊，所以啊，按照这个精神，本席呼吁我们朝野所有立委，本席提这个案子的时候，一定要本诸转型正义的精神，给予本席大力的支持。不分党派，只要是在占领金门期间没有能够提出证明的，通通要无条件归还给金门百姓。啊，谢谢。好，这个谢谢杨委员。接下来卢秀燕，卢秀燕委员不在场，库拉斯委员。主席有请部长。啊，那个部长。委员好。部长早，其实本席也非常关注这个沙童案的发展，但我知道明天我们在内政委员会哦，内政部会来报告，所以在这边就先不讨论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那么上周我们在审这个政党法的时候，当我请教次长，请教他几笔原住民族的土地为何沦落到中国国民党的手中的时候，他当天不愿意回答。他给我的说法是说，我们当天审的是政党法，审的不是不当党产条例。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决，而且很强硬，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好，他的意思说，因为我们审的这个不是相关的主题。我个人当然非常不同意这样的态度。对于政党法讨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讨论政党所持有的财产？那当天我当然没有继续针对这一点哦，跟这个次长再多做辩论，我想没有关系哦。那我们也理性的讨论，本席愿意等。所以今天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不当党产，所以相同的问题，我想再好好的请教您。本席从内政部还有财政部取得的资料，发现全国至少有66笔原住民族地区的原住民族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产。所谓的原住民族地区，就是行政院所核定的55个原住民族乡镇市区，大部分在山区，还有花莲、台东、屏东。所谓的原住民族土地，就是法律定义《原住民族基本法》定义的原住民族保留地跟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也请各位来看几笔土地跟几笔资料。这些土地不是我瞎掰的，不是我拼贴的，这些土地都是你们内政部跟财政部给我的。所以我首先呢，要请问部长，您今天愿不愿意回答我以下相关的问题？会，谢谢。首先来看到台东大武乡有一笔上五段，两笔上五段的土地，这两笔土地非常的奇怪，在完全没有原所有人，没有原所有人的情况之下，不知道是谁赠予了中国国民党。在民国75年的时候，不知道是谁赠予了中国国民党。可不可以请部长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是好问题，我也不知道。您的回答也非常的妙，连您都不知道，这是不是叫不当党产？不当不当，要追根就个案，追根究底去查明。我赞成所有的不管私人或者党的财产，如果有不当取得，应该做适度处理。我这个态度没有改变。好，谢谢。但是就个案，我没有办法了解。好，没关系。对原住民族伤害最大的就是这一笔一笔一笔的个案。我们来看这一笔土地，它的地籍资料更怪异。您看见它登记的次序是00001，这里很多地震的专家。这就代表说，这是法律上第一次哦。这边看到哈，有登记的记录，前面也没有任何买卖或移转的记录，就是史上第一次，真的不知道是谁赠予了中国国民党，所以连部长也不知道，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谁知道？我在这边公开征求，有没有谁知道是谁在民国70几年赠予了中国国民党？有的知道举手好不好？好，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那什么叫赠与？赠与的定义是什么？可不可以？这个应该部长知道。赠与当然就是无偿的啊，就给对方嘛。没有错，根据内政部内部的你们的一部这个行政规则，所谓的赠与，指的就是当事人间约定一方以土地或建物所有权或他项权利无偿给予他方的契约为之的权利移转登记。无偿，大家看到了。
我再问一次，原住民族的土地可以这样随便赠予吗？我刚才已经回答。好，所有的部长，我们来看大家，带大家来看这一笔不知道是谁赠予给中国国民党的土地，现在的现况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党民众服务站还是乡党部屹立不摇，在台东的大武，原住民族的土地可以成为任何特定政党的土地吗？原住民族的土地不属于任何的政党，它不该属于民进党，不该属于亲民党，不该属于任何一个登记的政党，不该属于中国国民党。所以部长您刚同意这笔土地不该属于中国国民党，对吧？我不是讲这一笔，我是想所有不当取得的财产都应该适度处理，我没有针对哪一个个案。好，您非常的小心。以再来看刚才从 上一次讨论这个不当党产，一直到这一次到刚才，还是有委员不断的在辩论何谓不当。我们来看另外这笔土地更奇妙了，苗栗南庄庄东段一笔原住民族的土地，民国53年莫名其妙成为中华民国的土地，然后中华民国嘱托登记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73年又卖给中国国民党。首先请问部长，什么叫嘱托登记？这个您应该也可以回答。我请我们地政司的同仁来说明。报告委员，所谓嘱托登记就是行政机关，比如说县市政府或是国有财产署，嘱托给登记机关或地政事务所来办理登记的，叫嘱托登记。你们这边有一个土地登记规则，政府机关有下列各款情形的时候，得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之。哦，我在地政司所讲到的，其实就是这一个。那么一样的，我的问题就是说，谁可以嘱托登记？在这一个规则里面，其实没有清楚的定义，是谁可以出一张嘴用讲的说土地要给谁就给谁，嘱托给特定机关登记给中华民国，然后卖给中国国民党，是谁可以嘱托登记？这个嘱托登记就是政府机关，比如说他有那个权属的机关，比如说国有财产署或是乡镇那个县市政府，他可以有这个权限。可以嘱托给登记机关的那个机关，就是可以办理嘱托登记的。对，也就是那是谁决定的？以这一笔土地是谁？当时的机关发动的机关是谁？首长是谁？报告委员，这笔原来的土地，那个我们查的是国那个总政治期间是国有的，那管理机关是财政部国有财产署。那国有财产署，你是说当年民国50几年是国有财产署嘱托登记？他的那个我们查到的资料是民国73年6月27号那个用买卖的登记原因。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谁嘱托登记，当年的首长是谁，当年的老公文您可不可以调出来提供给本席？我们可以谢谢。如果内政部现在讲不出来，我们来看他的现况。好，现况又是另外一个中国国民党在南庄的乡党部。我再说一次，原住民族的土地不该属于特定的政党，它不该属于民进党，不该属于亲民党，不该属于特定政党，不该属于中国国民党。继续，有一笔土地也很妙，台东卑南乡梅园段有一笔土地，民国62年李蔡东花这位民众卖给了吕金良这位民众，然后吕金良在民国71年交给中国国民党继承。请问继承的定义是什么？继承的定义是什么？报告委员，所谓继承，依照民法规定，就是继承那个被继承人的土地，来依照民法规定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那继承是谁可以继承？报告委员，这一笔土地我们查的是它的登记原因是继承，但是我们推断可能当时登记原因是记载错误，可能是遗赠的方式。你们这样子讲不负责任，我当然很清楚遗赠跟继承是不一样的。对，我再说一次，这个资料不是我拼爹来的。这笔资料是你们内政部提供给我的，但是你现在是说新语，说他可能是当年记录错误。难道中国国民党是这位吕先生或李小姐的儿子吗？为什么
这个私人，这位吕先生或吕小姐，可以用继承的手段把这笔土地给中国国民党。您现在可以讲清楚吗？所以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查出来原因，他登记原因是继承，但是我们推断这个当时可能登记原因是记载错误的，那可能是用遗赠的方式，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再去详细的查明清楚。其实从刚才问到现在，很多土地都讲不清，另外还有十笔土地，很快来看，这十笔土地都是原住民保留地。好，我们来看下一笔。好，这十笔土地都是原住民保留地。那么他们现在上面的建物都租给了中国国民党，应该说土地租给中国国民党，上面都有建物。我特别想请问部长哦，其实民国九十五年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份函哈，我们这个当时的民国九十五年的政务委员哦，这个许志雄曾经邀集相关的单位开了一个追讨不当党产处理相关问题的会议，而且在当年这个会议。有一个附带决议，当年的这个附带决议，我们请大家来看哈，这边，请国产局清查国民党现人承租之国有房地及其使用情形，于其申请承购时应予否准，并研究予以终止租约之可行性，租约已到期者，原则上不再续约。我想请问，如果民国九十五年已经在行政院内部有这样一个附带决议，为什么现在这十几笔原住民保留地继续租给了中国国民党？可不可以请部长说明？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由财政部来说明？可不可以说明？我想那时候的决议是针对那个救国团承租国有土地的部分，不是委员所提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好像是跟私人之间有产权争议的部分。你非常确定吗？你非常确定这个附带决议的定义是这样吗？对啊，这个是已经规定出租国民党附属组织土地的那个部分，是针对那个原来是有认为是国有财产的部分。我们现在讲的是租约已到期者，原则上不再续约，这是当年会议的记录跟决议。是没错，是就针对当初跟我们有国产署有租用关系的，就或者相关的附属组织。好，没关系，包括内政哦，还有这个财政部。我今天做出三个结论，一个就是希望内政部地政司可以提供给我66笔这些土地详细的历史的移转的记录。关于地震的资料，那未来呢，我也希望立法院在这如果通过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要设置这个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的时候，必须要有原住民族作为当然的成员。最后一个，请大家不要再一直辩论何谓当与不当，透过历史的资料都看得出来，他们就是不当的党产。任何的政党，包括民进党、亲民党、中国国民党，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持有原住民族的土地，请国民党赶快把原住民族的土地还给原住民，而且原民会要硬起来，当确定这些土地是原住民族的土地，必须赶快把土地要回来，拆屋还地。谢谢。好，那个我处理一个程序的问题啊，那个刚刚国民党的那个杨委员有提到说要这个为刘姓小朋友啊，这个小灯泡默哀一分钟啊，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用程序的问题来处理，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请大家起立，还有官员列席人员一分钟。
间到。啊，请坐下。另外跟我们委员会报告，明天这个内政委员会有排这个专案报告，就这个随机杀人事件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内政部还有相关机关列席询答。那假如各位委员对这个议题有关心的话，明天可以到我们内政委员会。那接下来顾立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是不是先邀请一下财政部的？顾委员你好。是我只就这个你们提出了报告所提到的那个中国国民党及其赋税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资产清理跟处理专案报告来就教。就是说，这个处理的中国国民党及其赋税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资产的这一个协商处理原则是定在什么时候？就相关的资料看起来，应该是民国九十三年的时候。是。那在民国九十三年的定的当时，就政党获取赋税组织取得的或使用国家资产的这个部分，大致上在它的第三点有列了以下这几项，也就是说包括依照国行最高委员会它的这个核定之后呢，就直接转账拨用的国有特种房屋及其基地，还有呢行政院直接转账让售接收的给它的系院，还有直接作价转让的这一个不动产等等，或者直接以政府机关预算编列购置的不动产，或者是因为占用的关系而承租承购的国有不动产，或者是无偿使用的国有不动产，或者占用的国有不动产等等等等的这些，那这样子的一种认为一个政党或其赋税组织依照这样子的一种转账拨用方式也好，作价转让方式也好，或者以直接以政府机关的预算编列购置来的不动产等等，是不是都是属于不当从国有变成党产的一个相关定义性的规定？我想跟委员报告，这个主要是行政院依据那监察院九十年四月的整个针对国民党不当取得党产案的提出来的调查报告，他认为这刚刚委员所述的几种类型是行政应该确实清理依法处理，所以我们后续有国资会还有党产处理小组，还有经过那些那个行政院院级许志雄委员政委的召开一些相关的会议在处理这个后续过程，所以那个说那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后续处理的结果有顺利吗？也就是说就这些协商处理原则之下的第三点所定义的不应该从国有变成这一个党产的是相关的不动产，那后来取回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我想大概分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当时在已经有被政府征收还有移转第三人的部分，那时候这个部分我想那个要处理上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认为院这个部分处理是非常困难，所以先就处理上非常的困难，当时还是属于国民党或赋税组织登记为其所有的部分在跟他做协商处理，所以后续才会有。那我的了解在协商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有承诺要归还的，所以就是就像那个报告第一页，就是以抛弃所有权的部分，整个一点六公顷的部分哈，这个部分还有、就是、只有还掉了这一个所谓的一点六公顷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有没有在他已经承诺要归还，而后来又食言而肥不归还的这个状况？
另外就包括那个实践堂和实践大楼了哈，这个部分那个抛弃所有权的部分是56笔土地，还有那个六栋房屋。我现在问你，就是说有没有曾经在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我的了解应该是连战连主席，他承诺要归还，但后来食言而肥，他不愿意归还的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本来是有在谈那个戏院的部分的，那当时在92年间，仍属中影公司所有的5家戏院哈，当初有跟国民党在协商，这个是不是按照原来我们认为是按照原物返还，或者按照那个他的那个当时那个处分价格哈，然后返还我给我们的，我们是按照公告。那后来呢？后来呢？但是他们是比较坚持说他没办法做，说按照93年的当期公告限制扣掉那个。好了，我的了解就是说对于返还的价额有一点意见。那最后结论是怎么样？他到底有没有还任何一毛钱？最后我们就针对新世界戏院去提告了。那提告的结果呢？提告结果是我们到最三审就败诉了，确定了。提告的结果是败诉。在你们的诉讼的处理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国产署的诉讼、跟交通部的诉讼、还有教育部的诉讼案件。你们大概提到有几件胜诉、几件败诉？你能不能告诉我，胜诉的原因是什么？败诉原因是什么？特别是败诉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也提到了新世界戏院的部分是败诉，败诉的原因是什么？那个新世界败诉的判决的理由，主要是因为那时候那法院认为，最高法院认为是国民政府、那个国防最高委员会，还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等国家机关，以当时是属于训政时期的，确实行使国家权力，所以是属于训政时期，国防委员会直接转账拨用以后，他就法院就认定这个程序是合法的，对不对？他因为那个时候说，那你觉得他直接这样子转账拨用，那最高法院直接以说那这样子的程序合法为理由，就判国产署败诉确定，这样通吗？我们尊重法院。那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立法，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将当时原来？作为一个党主席，已经亲口承诺愿意谈、愿意还，只是谈的要还的价额谈不清楚，然后之后用诉讼结果败诉确定。那如果不用特别的立法上诉，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去追讨这几家戏院？就你所了解，因为当时在这个法律的问题，我想，那我再问你一下，对这一个里面处理原则里面一样提到的。这一个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作价转账给他的，那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是不是属于国民党底下的一个单位而已？之前应该不是，应该是属于行政机关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是行政机关，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明明就是国民党底下的一个单位，后来改制成为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这个东西还可以掰成是一个行政机关呢、啊？没有，之前那我再问你一下，后来交通部针对这一些转给了中国广播公司相关的这些不动产进行诉讼的结果，你们在这边提到有所谓的胜诉，有所谓的败诉，那我又再请教一下，胜诉的原因是什么？或者特别是？败诉的原因又是什么？包委是不是这个部分可以请交通部来跟委员报告？因为是交通部主办去提诉的。我跟你讲，这些相关的案件呢、啊，不晓得挡了多少年，在板桥这一块土地跟花莲的这块土地都一样，打了好久好久以后，总算勉强获得胜诉。而若你去看一下。他在早年一开始，他因为一直由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底下的这一个所谓中国广播、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一直在占用，但是他忘了去把它移转为他所有，他没有像另外你讲的国产署的案件，他把它直接转账，哦，成为国民党所有，他一直为电信局所有。但是一直由这一个中央广播事业处所无偿占用，一直到了民国74年，
才直接用账面调整的方式。账面调整的方式呢，板桥的部分呢，用36,670块钱，花莲的这块地用23,394块钱，直接账面调整的方式转销了。然后呢，以77年度的捕猎预算送立法院审议通过，完成了一个所谓的法定预算程序，就变成国民党的了。那这样子呢，打官司打半天呢，最高法院说，那看这个样子程序也是完备了，但这样子算是有以相当的价额，国民党有出过他的一毛钱，来将这些国有的土地变成他的党产，有吗？有吗？有吗？这部分那个判决的部分，可能要请交通部说明的。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说不当党产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定义的，我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因为就如同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训政时期，在党国不分的年代，甚至已经进入到了转型。训政时期结束到了在第一个时间所谓的戒严时期，乃至于到了解严之后，他都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将国家资产用一个无偿的方式直接转账，或者用一个非常显然不相当的方式来转列为国民党所有。像这样子的公然掠夺国家资产，你们作为财政部，作为应该捍卫国家资产的一个机关，在当时透过许志雄政务委员的努力，提起了相关的诉讼，但最后最高法院也好，相关的各层级的法院也好，以所谓的程序完备为理由，不给予一个有力的判决，招致这个诉讼也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有效的一个平反，甚至在当时研究要以假处分的方式，也因为要提供的担保金过高，财政无法负荷而作罢，导致到现在国民党一再的去脱掉他的党产。像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没有以特别立法的方式，那如何来回复我们所应该要拿回的国家资产？所以我想，我只能够表示是说，国民党到现在为止，特别听到刚刚杨委员在提到说，什么叫做不当，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我认为国民党如果仍然是以这种态度在面对所谓的不当党产的处理，是会令人感到非常的痛心。那财政部其实从一个守护国家资产的观点，不管是谁在执政，其实都应该努力的贯彻当时在2004年所定下的协商处理原则，继续不断的追讨，而且也应该要支持这样的一种特别立法的方式。好，以上，谢谢。好，接下来这个周成秀霞委员不在场，洪宗义委员。主席，请陈部长。委员早，部长早哈，部长，我想哦，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哈，已经从3月14号到现在了嘛哈，我想也有很多委员有很多的意见了哈。那我想哦，你刚刚有在答询的时候哈，你还是认为说这个当与不当哈，你并没有特定的意见嘛？当与不当，我是说，如果是不当的党产，当然应该要处理。
不管哪一党的政哪一党的财产。可是你刚刚也有回答啊，你说财产不管它当或不当，到最后都是要正当化嘛，是这样子。那你认为正当化它是要归还给谁？是既有的政党继续取得，还是说要归还原来的所有者，甚至归还给国家？你刚刚讲要正当化，这个逻辑很清楚嘛？你从哪里不当取得，那就要归还原来的所有权人嘛？部长，啊，你目前觉得国民党的不当党产是不是已经全面清查完毕了？你个人的感觉呢？我不了解，因为这属于财产管理的范围。部长，那个520哦，你大概剩下50天而已啦哈。啊，其实哈，我觉得之前有很多委员在讲嘛，讲说你是不是在数馒头哦？我个人并没有这样子认为啦哈。我想哦，你每一次的答询哦，还是对答如流哈。那对答如流哦，并没有在问题上我们得到我们想要比较明确的答案哈。那部长，我请教几个人哦，我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哈？你认识刘太英吗？我知道这个人，但是我不认识，跟他没有私交。没有私交嘛？啊，你觉得他讲话公不公正、客观？这个很难，一个人讲话讲无数的话，我怎么会去评断一个人他讲话公？也许这一句话他讲的对，另外一句话讲不对，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你认识李欣吗？李欣。李欣哦，是我们以前的台北市议员，当然认识。认识嘛？啊，你觉得他的讲话公不公正、客观？一样的道理，一样道理。每个人讲话都有讲的对，也有讲不对的时候。那你认识蔡正元吗？认识。那你觉得他的讲话内容公不公正、客观？一样，都是这样，有时候讲的对，有时候讲的不对。其实哈，在那个《金周刊》最新的一个报道里面嘛，哈，他有讲到国民党这半年来的党产事业哈，目前要卖的市价大概有达到141亿啦。啊，你们有没有针对这141亿的内容，你们去做了解？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是党，这个因为这个既然叫党产，就是党自主的范围，我不会对任何一个政党他自己自主范围内的事情去做干涉。还是这是周刊登的？所以就没有查证的必要，是不是这样？不，本来就是，如果财产现在登记属于他，他要做怎么处理是他的权责范围。其实哈，现在本席在观察哈，国民党一面打着党产透明化啦，啊，一面又积极在抛售党产啦，啊，搞不清楚哈，他到底是要吞为己有，还是表面上只是要对全民来负责？那个部长，那个。国家资产委员会哈，它底下有一个党产处理专案小组了哈。那现在运作的状况呢？现在运作的状况呢？我想这个是财政部主政，是不是要请财政部来说明？好，那请财政部说明。喂，好。你好。国家资产委员会底下有一个党产处理专案小组，目前运作的状况呢？跟委员报告，在98年奉行政核定就停止运作了。所以98年停止运作嘛？那你知道这个礼拜五，我们也有委员哦，有提案嘛，要让他继续来运作这件事，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你知道院长是怎么回答的？院长当初是怎么回答委员的询问？可以言语啊。他不是这样讲啊。他说，他强调嘛，他手上必须有资料才能公开啊。如果觉得不够，520新政府接手后，大可依法去追嘛。那你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在520之前，他也不想追啦，是不是这样子？依照他的回答。这个是在院会里面回答的啊。跟委员报告，当初这个网站哈是。所以我认为说，你们的院长是这样的心态，我很担心你们也是这样的心态嘛。因为520剩下50天而已呢，520剩下50天而已。如果这50天之内你们这样子糊弄过去了，啊，糊弄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啊，
那是不是跟很多委员讲的一样数馒头？这样就对不起人民了呢？报委员，我们继续职责还是会继续处理的。好，那那个部长，我请问你哈，其实我刚刚列了几个人名啦，哦，这些人哈，在这一段不当党产的那个处理期间哈，他们都有一些发言啦哈，包括说那个刘太英，他有发表过嘛哈，他说连战在2000年选总统的时候是花了120亿，这件新闻你有看到吗？看了新闻。那你知道连战那个选举申报多少吗？我不清楚。那谁可以回答？这必须要去查这个历史。啊，这个都有报道啊。这个应该中选会可以回答吧？当初连战报那个选举的费用只有报3亿而已呢。那刘太英说他花了120亿，这中间将近有117亿的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这个要怎么追？这个要怎么查？保定回答一下。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追，你不知道，因为我到底他讲的是不是事实都有待查证。所以我刚刚一开始问你说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他的讲话公正不公正，其实你也没有回答了，因为我想你应该认识他了。这个我想他是一个公众人物，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是知道的。好，那个部长，那另外哈，李欣他也有曾经公开讲过嘛哈，他在这一阵子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时候，他有讲到哈，就是包括说国民党在的中研大楼哦，这个内容可能有回算的机制，啊，甚至所讲的包括说巴德大楼，包括新世界，包括文化城，这一些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回算机制，你们有去追问过吗？没有。那你们这样子都没有追问，怎么来处理不当党产？这还是一样，是党里面各政党之间的这个自主的项目，这跟我们这个主管机关没有关系。然后蔡正元哦，他也公开讲过了，他说哈，包括说那个中营巴德大楼哈，卖15亿，3年内要处分完成哈，超过的部分全归国民党。那中营西门町新世界大楼要卖12亿哈，3年内处分完成，超过2/3要归国民党。中营文化城卖26亿，也要在3年内处分完成，超过的部分1/2。要归国民党，所以任何只要有盈利的部分，多数都是要归给国民党嘛。那表示说国民党根本就不愿意把这些不当党产哦来归还给国民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他企业的内容，说实在我不了解，也不了解他这个规定到底是怎么样。所以部长，我刚刚念了这么多人名给你哦，这些都是已经有报道，而且是他们是公开来对外界说的嘛。既然他们已经是公开对外界来说，为什么你们不朝这个方向去追查？因为目前属于各个不管是个人或者团体的财产的处分，内政部不会去就个案去了解。然后蔡正元也有讲哦，他说国民党最后拿到多少或实际上拿了多少，只有国民党的党主席才知道了。哇，这个指控，这个对国民党的党主席的指控，我想是非常严重的。他们是对外公开，蔡正元是对外公开来讲啊，那你们有没有必要去找国民党的历任党主席来问问看，有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是属于国民党这个内部的事情，到底国民党要不要对？那国民党党产也是属于内部的事吗？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不当党产嘛，我们就是把国民党的不当党产拿出来讨论的嘛。所以你刚才讲是要把不当这两个字加在一起，才有我们公共议题，没有错。你就是想要它是不当的话，才有可从国有财产或者其他政府的财产去拿去的，这个叫不当嘛。刚才否定了。其实我一开始在讲哦，我说你每一次的询答都是对答如流了，但是还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呢。那本席希望哦，你剩50天而已啦，哦，
你剩下50天哈，你可以讲一些比较明确的事情哦，让社会大众更加的了解哈。就如同你刚才讲的嘛，这个五十天，但我们在该做的事情还是会做。好了，部长，谢谢啊。好，接下来叶一金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内政部陈部长跟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副署长。委员早。好，部长，我刚刚讲到，听到你讲了关键的一句话，叫做“从国家人民拿走的才叫做不当”，对不对？从国家，如果是他没有啊相对的付出代价，那取得的当然这个就是啊不当，没有错。好，来换国有财产署副署长，是不是？是。副署长，我先请教你，因为我第一次质询你哈，我想要先了解一下你对党产的看法。我想国三署哈和行政院。在九十年到96年之间，就积极在处理有关调那个监察院调查报告认属说有争议的，似乎属于不当党产的部分，在做积极的处理。所以基本上的依据是根据那个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来的。副署长，很明显的，你也不敢，你不敢站在国有财产署的立场。来讲公道话，好，没有关系，我可以体谅你的立场，人在屋檐下，我可以体谅。我只有就你们国有财产署所拿出来的报告，国民党产应该归还给国家的，还有其实远大于这个数字啊，我们就先说这个好了。你们自己提出来的816亿来说好了，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这800多亿？我想跟委员先报告一下，这个是当时哈，依照监察院调查报告，我们清理的结果，好，认为说，这个似乎有些疑义的部分，是把这一项逐项下列出来。好，但是委员这个表里面，即使当时哈，当时在清查结果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些部分已被政府接收征收，另外已经移转到第三人的部分。是，所以我们在积极处理的部分，可以详细送一份这个资料给我吗？那个。你们调查就是我们这个专案报告的部分。专案报告资料在哪？好，没有关系，请送一份给我哈，因为我不是本委员会的，我没有拿到。好，来，那么我就你现在有那份专案报告对不对？是。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最近的他们要招标的这家齐鲁兵工厂的土地有没有在你们里面？有没有？没有在这个没有当初统计表里面，对，是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你们的800多亿呢还不够啦，远多于这个800多亿。来，两位，无论是陈部长刚刚讲的，只要是从国家拿走的，没有相当的合理的价钱呢，都应该要还给国家。我们来看看这个齐鲁兵工厂要招标，很明显的它是党产，因为所有的对口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甚至连地址都是完全无误。但是这个现在要招标的这个齐鲁兵工厂呢，在日本时代叫做台湾窑业工业株式会社，这日本人的啦哈。好，再来呢，光复以后是省政府接收，这国有的吧，省政府，日本政府交给国民政府，这是政府的吧，两位，是不是？它是奉行政院核准，由台湾工矿股份有限公司。好，是省营企业。好，是，后面你都知道了，变成工矿公司，是省营事业，是国有的。结果呢，在一天，同一天
在59年6月24号移转给省农工公司，同一天移转给齐鲁公司，齐鲁企业，这够明显吧？可以这样哦，你这个财产这一天移给政府的一个单位，同时移给，马上移给一个政党，这个再明显也不够了吧？哈，两位。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查证的结果哈，因为这个是农工公司他的答复，他是说他农工公司在46年2月27号的董事会是决议同意让售本案土地与齐鲁公司的，并由齐鲁公司向台湾银行定借搭债贷款抵偿农工公司对该行的债务，作为让售的价款。好，另外那个原因登记同一天，我们也请他说明，请农工公司说明。因为他回复的是说，他们那个本案土地是在48年5月19号收件日期是，请你对准一点麦克风哦，你的声音不太清楚，来。那农工公司的那个答复，他们是说，原来是农工公司是由省政府在44年8月30号设立台湾省工矿和农林公司企公股企业资产管整理委员会，策划处理两个公司剩余的公股企业资产。合并成立为农工公司，那农工公司是说在48年5月19号做卖出登记时，由台湾工矿股份有限公司登记以农工公司的名义。那原因发生日期，他们说明是说那个登记卖给齐鲁公司那个登记时间呢是应该是误载了，是应该是误载的部分。那另外我们查证结果，他这个是属于跟农工公司架构取得的，你查了半天，好，你查了半天，架构取得资金流向呢？没有，他资金流向呢？重点在这里啊。他就是去好给我书面的，原来的工矿公司在那个银行的那个一些债务的部分，当作让售的价款。那我们后来台湾银行也答复说，那个他们债务那个他已经没有欠款的部分，这个所以完成应该是他的让售价款是用那个银行那个工矿公司在原来在台湾银行的债务就当作让售贷价款的部分，是这样来的。多少钱？抱歉，我们这个多少钱我们不了解。所以嘛，你们根本就是睁着眼说瞎话，要不然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他卖给他，你就说哦卖给他了，价钱多少不知道，有没有资金流向不知道，这就是我认为你们并没有积极作为的地方哈。好，两位，其实我要这样说了哈，我追了这么多年的党产，最近开始有人跟我讲不要再追了啦，就是让国民党党产归零这件事啊，你不追他也会归零啦，国民党的党产很快会归零。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他说他剩166亿嘛，照国民党这样挥霍166亿，他还可以有多少年？马上要归零嘛，不是吗？好，当然了，我们知道其实呢他不止166亿，他这一段时间光是从总统大选结束以后到现在都已经要标售的这些资产都已经超过166亿了。无论如何，国民党的党产还是很快会归零，我们可以预见。可是国民党如果再像现在这种态度完全都不作为，死抱党产不放，到最后只有上下其手，让个人上下其手，然后党产归零，国民党要永远背负骂名。就像国民党很多没有得到党产好处的党员说的，我们真是倒霉啊，没有碰到党产，但是一天到晚被人家用党产当提款机，每一次拿出来骂，最后永远都这样。国民党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来处理这种历史的包袱，把这些党产还给国家人民，以后可以很光明正大说跟我无关，那是前人，
我们该还的都还了，这个才是作为。我觉得国民党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我的支持者甚至跟我讲说，不要再追了啦，就让他这样去 A 光光归零，我们永远都可以指责国民党。其实啊，国民党只要做一件就好，今天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了。刚才顾立雄委员讲的，包括花莲，那个都是我写的状子，我的办公室写的状子，死追活追才追回来。只要有作为，只要真的有心，不是像你们这种态度，我觉得其实很清楚了。财产也不过这么几十年，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一定可以清楚，没有不清楚。国民党只要一比，我们就拿齐鲁就好了。如果今天国民党可以早一点把这种财产，甚至不需要经过国家的处理，你们自己处理更漂亮，所有的 credit 都是国民党的。比如说他拿这一块，如果说我拿这一块来盖青年住宅，捐给国家，上面盖国民住宅、青年住宅，哇，社会不但拍手叫好，国民党不但从负面还可以变成正面的。可是呢，一笔都没有，一毛钱都没有。到今天为止，国民党死抱着党产，一毛钱都没有还给国家人民，一笔都没有清楚的交代，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国民党对外宣称有还的，都是我压着交通部告赢的。可是我并没有觉得这样很光荣，我也没有觉得这样很荣耀。我还是认为，其实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合理的政党竞争，公平的政党竞争，我希望国民党真的可以重新站起来。但是呢，从党产的处理这件事上，我们真的非常的遗憾，觉得国民党到今天为止没有一点反省悔改的心，也没有一点点诚意来面对这个历史的包袱，永远都死抱着脱不下这个魔戒，恐怕会注定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重新站起来，非常遗憾。好，那个没有来了。好，接下来姚文智委员。好，主席，各位先进。我想刚刚叶宜津委员是真的是语重心长。其实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也待了很久，今天虽然是联席会议，那过去对于政党发展的讨论，我们不管是政治体系的竞争，或者是这个投票的公平性，整个政治运作，我们民主政治所赖以维系的核心价值，那其实就在这里。有那么多次机会，真的很期待台湾发展出的这个民主政治是一个真正公平大家都能够具有互信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很可惜很可惜，有那么多次的机会，我们看到这个过去长期握有党产的这个国民党，这个错失了很多的机会，包括这一次的党主席的选举，我都私下鼓励某几位候选人，应该真的是抛弃过去的包袱，真正的浴火重生，把党产能够自我清查，能够这个缴给国库，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个我相信台湾未来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光明
值得大家期待的。这个部长时间没有按没关系，因为我还没有叫你上来。好，这我想请国产署好不好？这样子啦，我想要今天已经是第二天的会议哈，国有财产署，那很多委员就不同的国民党的党产，不管是占用土地的啊，不管是刚刚提到的中广啊，或者是各种的党产的占用，那今天我要把焦点放在这个过去的大陆灾包救济总会、中华救助总会，好像大家好像在拼凑啊一个国民党党产的地图啊。我们的抓委呢，这个大力来揭发，党职并公职，现在还继续啊。那灾包救济总会啊，大概五年级生都很清楚啊。过去的古正刚在总统府前声嘶力竭啊，我看我们在场很多人都参加过他的这个大会啊，不管是一二三自由日还是元旦的大会，当初这个要解救大陆啊，苦难同胞啊，这样的一个1939年4月4日成立的中国大陆灾包救济总会，到1989年改为这个灾包救助总会。啊，在更晚，现在改为这个中华文化基金会。好，那署长，署长，我要请教你的是，你应该很清楚哦，在提供给这个联席会的报告里面，现在这个组织，啊，也就是前身是中华救助总会，啊，甚至他旗下的附属机构，现在在台北市占有多少的土地？在国产署所属台国有地的部分，在台北市信义区是有1.27公顷，那在新北市汐止区有1.1公顷，所以光在台北市就有1.27公顷，对不对？对。那好，这1.27公顷现在市价大概多少？坐落在哪里？这个抱歉，我这个没有市价的资料。这个我帮你算了啦哈，市价应该啊，这个整个国有，这你是国产署的署长是没错，副署长，署长啊，副署长，这么副署长，对不对？啊，署长那也不来，副署长顶个月来啊，署长顶个月来哦，今仔都不来啊，顶个月来，来没关系啦，要当到副署长，这个地也要弄清楚啊。鲍伟他现在。这个在那你说他目前哈，他是有些部分要拆除第三户腾空返还，另外一部分他要跟我们租用，现在在申租当中办理做那个相对后续的程序。所以你这块地清不清楚？现在市价你不清楚，我跟大家报告啊，这块地的市价呢高达77亿了，在台北市信义区金华区的土地，现在。当然有一部分还占用，有一部分啊，这个有向国产署要租用，这个租用 对不对？那租用也是在前几年啊，应该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提起了这个诉讼，在诉讼终于完成啊，你总共收到了3年的租金补偿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副署长你不清楚？到总共收了台北市这块到目到。104年3月的哈，不是，那是总共收了8600多万，使用补偿金要8639万，总共部分的土地哈，因为官司胜诉啊，所以国产署从民国100年才开始。那我请问一下，国产署之前这块土地呢是谁在管理？谁在管理？之前最早是你们有没有谁国产署谁清楚的？最早部分是内政部交还给国产署。内政部好，那之前来部长上来一下好吗？那个清楚详细内情的上来，在后面那个跟部长报告一下。好，那之前的土地呢？这个旧总从1939年成立，好，利用这块土地什么时候开始来？应该是内政部有没有主管，还是
都没人管。跟委员报告一下，有这块土地啊，大概是民国49年哈，内政部奉行政院核定的，先借给旧总。那后来民国64年的时候，那我们内政部承受拨用，就是由内政部来管理使用。那所以内政部管理使用是谁在用？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拨用给内政部，那内政部再租借给旧总。但是到民国九有没有取得租金？有没有租金？这个部分要问。把借给旧总是借给旧总，但是到是那个免费无偿借用，还是有收取租金？这个部分我们再查一下。不用查了，我告诉你了，没有了，就是拨用。所以民国哪一年开始？64年我们是拨用给内政部了。民国64年开始，对。但是所以以现在这三年，平均。现在收取的来说，副组长，这三年平均收取的租金是多少？跟委员报告，现在是8000多万嘛，对不对？租用的部分哈，我们在续办当中的哈。那依照你要申租的话，我们要依照规定要最收5年啊，5年的不当得利嘛，就是使用补偿金的部分。使用补偿金，这是我们要最收5年的，这是一年你才追讨300多万嘛，对不对？你追讨了3年嘛，总共1000多万嘛，对不对？对了，没有错了。我们这个根据资料是累计到104年3月要大概使用补偿金要8639万多。那缴了没有？因为他那个要申租的时候就要缴清才能订租约，对。所以这一笔已经缴了。他要申租就要缴这个。只计算5年嘛，对不对？对，最收5年，对。所以刚刚大家听到了啊，这个几十年来无偿的这个拨用啊，直到最近几年啊才陆续。其实还有两块地，对不对？还有亚翔三小段这个400跟401号地还没有这个讨回来，对不对？这个副组长有这个也不能再跟他处理当中，还没有争取回来啦。你们跟委员报告之前，因为这个地区这个国产署谁比较清楚，可以上来跟他说明，旁边帮忙报告，有没有人？本席已经在这个礼拜陆续跟你们问资料，你们不晓得来这里要答复吗？题目都出给你们了，是不是在总统选完？在1月16号，选举结果已经出来，2月5号开会，现在要求明天，今天是3月30号，到明天才要返还亚翔400号、亚翔401号，坐落在这个旁边长春里跟富台里交界的这块土地。跟委员报告，那个亚翔那个部分是104年的租金是1789万2000元。那他们已经申请分18期要缴纳，算好没？那105年1月到106年6月止，按月应缴99万4000元。这个目前他的分期款已经缴纳到105年二月，所以有在依照租约在缴纳租金当中。那现在有两块，是不是还在催讨的？哪两块？这亚翔，这我刚刚跟委员报告，这是亚翔，刚刚委员提到亚翔段的部分。对啊，你弄错了啦。你现在有在缴租金的是亚翔三小段442、443、444啊，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北侧的那两笔啊，现在现况没有在使用，但是过去的游泳池，啊，过去现在居民作为停车场，这两块，因为我们这块租约好了，没有关系了，对，啊，没有关系了，我今天你们署长没有来，我今天来这里啊。我是要告诉大家，不当党产在政党法里面哦，不当党产没有针对性啊。为什么？因为有不当党产的就只有国民党啊。哦，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自己提出来的政党法第19条、第23条，我念给大家听。第23条说，政党不得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哦，不得从事这个事。这个其他的这个盈利行为，第19条，政党的经费跟收入，第一党费，第二依法收受的政党依法收受之政治现金，第三
政党的补助金。第四，政党为了宣传理念，啊，他的宣传品的销售或者是权利授予的收入，啊，第五，本法规定的收入，这是行政院版的政党法。但是我刚刚讲的都是国民党以及他的附随组织，啊，过去透过各种不同的假借各种不同的名目，啊，像在这里说是要，各位知道吗？在这一块信义区这么精华的土地，过去说是要照顾这个大陆灾包，但是啊，大陆灾包不在这块土地里面，啊，在隔壁非属国产署的土地，啊，我们一时还没办法查清楚，所以今天就不讲。但国产署的土地长期以来被变相作为什么？作为高级豪华的幼稚园。大家知道这个幼稚园用儿童福利中心的名义收取多少，一年可以赚多少钱吗？您怎样？一年收3亿，开了40几班。因为过去有游泳池啊，这场地非常的豪华，然后不必缴租金，直到这几年才开始缴。这个就是国民党啊！我今天提的是冰山之一角，因为我看到整个委员会，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这个剖析国民党，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不管是占用土地、贱买高卖啊，或者是这个用党营企业啊，或者是用争取这个补助委办，或者是税捐减免，或者是勒索式的捐献啊，像烙军捐，或者是把公变私，好像，或者是强占，然后变成连租，连租变成贱买，贱买然后再高卖，这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的长荣，啊，还有党职并公职，不一而足，还有很多很多，啊，所以国民党的委员不要再说这个东西有针对性，啊，我也在这里呼吁，我们在场国产署已经开始行动了，啊，国产署明天就种这块土地。3月31号，请你彻底把它厘清，好不好，副组长？明天就是明天啊，请你彻底把这块土地厘清。大家不知道，这个这里我们长春里的里长在这里，长春里的里长，我请他来听。啊，这块土地不但是占用国家的土地，啊，甚至影响长春里的发展，旁边的富台里，啊，非得要跟这个长春里，因为是民进党的里长当选啊，他非得要长期依附在另外一里，整个都市的发展，啊，整个都市未来这个如何再生土地的利用，全部被这样的一个党产的占用，啊，所限制，啊，变成障碍，啊，所以大家知道，党产的危害不是只有影响政党的竞争而已。党产的危害，包括我们的都市发展，啊，包括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啊，我们通通要一举把它厘清，啊，以上。好，接下来廖国栋委员。主席，我们请内政部部长，国产署预备，副署长来，部长、副署长。国产署先不用，我说预备的，还不会问到你。那个部长，我们刚刚啊，我们主席做了两个动作，让我深受感动。第一个呢，是针对昨天、前天，所发生的所谓的突发奇想，突然想要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连续发生啊，真是让人胆战心惊哎。那么现在我看到今天的很多的媒体啊，都在检讨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做防治之道了哈，防治之道。那么有人提议啊，从社政、从卫政，甚至这个将来的乐界啊、治疗等等的不一而足。
我不晓得您看了以后你有什么比较新的想法没有？没有，我想这个昨天大概在治安汇报院长也有指示的，就是说针对这个精神病患的这个怎么样来加强他强制送医，然后建立一个安全的保护网，那这个部分呢要卫福部跟我们相关的单位一起来研究来加强。所以明天委员会还会再进一步的来跟你们讨论，是啊，怎么样去做防治嘛哈。是。那么现在法务部有没有来今天？有。不晓得跟你有没有关系？我要谈的是，现在社会上都要将毒、这个酒跟药瘾的朋友呢，也要强加管理，纳入戒治。本来我们现在就有在勒戒了哈。但是成效有限，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寓所啊，为了酒驾哦，他不是进入那个危险的这个人群里面的，只是因为酒驾就誉满为患了。你不把这个空出来，你勒什么戒？你去哪里勒戒这些真正需要勒戒的朋友呢？狱政不是你管的哈，所以我才说法务部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我不是很清楚，狱政真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法律事务是在处理的，更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声音不是今天才讲，你们每个监所啊都是人满为患呐，很多都是轻症，那个轻罪，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只是一个酒后驾车就被抓进去了，一关就三个月。所以整个监狱也都是他们在占据的，所以这个很值得检讨，啊、哦，值得检讨。那么接下来我再跟部长再聊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在谈这个党产，当与不当，我也不管了，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了哈、哦。但是我知道原住民的土地很多啊，也是一样被充公，大部分的土地被充公，充公为国有。啊、那个国产署的可以准备来回我一些话哈。因为我刚刚听了几个例子啊，让我非常的这个，因为应该是振奋了。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这一次透过这样的广泛的讨论呢、啊，能够把原住民的土地也一并处理，甚至要优先处理的，应该要优先处理原住民的土地，再谈党不党。义不义啊，正不正？在台东志航基地，你知道吗，部长？志航基地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猴子山，现在是雷达站。雷达站以东有一块将近八十公顷的土地，过去是原住民阿美族在使用，啊，阿美族在使用，为了要盖一个志航基地。把阿美族强迫迁村，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都以为迁村也不错啊，能够盖个新的房子住在那边也好。结果没想到呢，每天早上啊，这个机场的训练的那个噪音啊，我在那边待过几次，连讲话都听不清楚，面对面讲话都听不清楚。我不讲这个部分，我要讲的是土地的事。那一片八十公顷的土地。在民国46年的时候，因为这些土地没有登记，你也知道原住民的土地都在民国96年，我们才进一步的征划编这个保留地哈。那块土地民国46年的时候，一样的，刚刚古拉斯委员所说的，省政府主妇把这一块土地直接拨给。大城一包，在当地啊，这个从大陆过来的这个大城一包，大概住了50-60户，当时就直接嘱咐，就把这个整个80公顷的嘱咐给他们了。一直到民国83年，原住民几次的这个还我土地之后，一直要求把这个土地返还了，现在都无路可走，没有一法可据，所以一直到现在啊，还在争议当中。但是国产署呢，不但没有为原住民守护这块土地啊，
还趁着我们原住民还没有取得这个土地，拼命的把这个土地放移转移拨给其他相关的国产啊，不，这个政府机关，包括海巡署，包括交通部的观光局，通通移快快移光光了，却对原住民还我土地的诉求一点反应都没有。部长，你作为土地管理机关的这个最高守护者，我是说原住民的土地还在你手上啊。这个到底这个要不要把这个划为啊原住民保留地，然后还给这个原住民？我想这个牵涉的比较广，然后还是需要由原民会然后会同相关的机关来做处理。国产署，为了报告，我想这个部分详细的个案我情形我倒不太了解，但这个后续我们假如说我们会跟原民会好来厘清的那个看起来看如何处理。当然我们会配合原民会，多一直在配合原民会办理那个原住民保留地的征划编的作业嘛，这个部分看有没有用什么方式来做处理。因为原来可能有些行政机关的需求他都拨用给公用行政机关去公用使用的这个部分，那可能他还有公用需求，我们也没办法，没有适合的其他的话他也没办法移到其他地方去的，这个可能还是要也仔细的研议的这个部分。所以等到那个时候你们那一片的土地早就移拨光了啦，剩下给原住民的剩下什么？还是属于国有的公用，只是属于公用的部分的，还是属于国有的？对啊，是没有错，你们是公用，但是你明明知道那个是有争议的土地，原住民，所以现在我们应该那个部长，我是建议的哈，是啊，我们也会有提案在另外一边，不是在今天在这儿，跟原住民的传统土地跟传统领域重叠的这些有关的土地啊，这跟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冲突的土地根本就不应该放租，也不应该移拨给这相关的机关啊，要等原住民的土地正义土地的这个处理通通处理完了，你们再移拨再想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方式需要移拨再移拨。你现在是先拨光光了，你想跟原住民再换你们来，肉都吃完了再叫原住民先喝汤啊，这个只是冰山一角。我今天举这个例子啊，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在花东有非常多的土地在退辅会的手里，在国防部的手里，在交通部观光局的手里，在山地原住民的这个中央山脉地区有很多的土地都被 国家公园拿去了，限制了原住民的发展，有很多土地在林务局的手上，林务局是国防需要啊，边防需要，山防需要，边坡需要，也不放给原住民用。这样的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我认为比党产还重要呢。一个要优先处理原住民的土地，我们在谈党产，那个才是真正的转型正义。部长你说呢？我想刚才您提到了国家公园，其实国家公园并没有啊，只是一个计划，他在管理并没有拨用土地了，除了他的这个必要的天设以外，他是没有拨用土地，我们只是一个管理。那至于说原住民保留地到底要不要再改编啊，或者增编，这牵涉的问题比较广泛了，我觉得我们再来跟原住民啊原委会啊来做一个讨论。部长，我非常尊敬你，因为一个原住民地区的土地合理化的使用，我跟你谈两次就成了。你们也做得算是有成绩了哈，但是现在当我们在谈整个转型正义也好，对原住民的公平正义也好，我觉得土地是最优先要处理的。我了解您对一直对原住民啊这个啊的权利，包括说这些原来属于传统领域的部分，是不是将来由原民会来主管？那么这些呢，我想是都可以讨论的议题。那我想内政部只是站在一个登记的机关，那这个主要的产权跟划分呢，其实是涉及到国产局跟这个原民会。我知道这个涉及的机关也非常的多，但是这几年来八九年来我们一直大声疾呼啊，希望能够解决，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在谈党产的时候，我
突然心生感动，我觉得原住民的土地要优先再讨论党产。好，那个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是陈一鸣委员，来，请大家回座。好，谢谢主席。好，我们请那个陈委员陈部长。好，早。委员早。早，部长。本席呢原则上是同意哈、立法院针对政党的财产进行相关的规范。那当然，规范的目的是不希望有利益输送的问题。那本席认为，政党的财产都应该摊在阳光下，受国人的监督，且规范的政党是所有政党一体适用，而且在时序上，不仅要溯及既往，更应该要有将来性。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赞成。好，赞成，谢谢。好，那所以本席针对今天的这个政党不当取得党产的处理条例呢，有三个意见的哈，那就交由我们部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只是针对单一的政党是，其实是过于狭隘了哈。那更应该要规范所有政党。现在讨论的版本好像都是只有规范民国76年前的政党，是不是有预设立场？我觉得一个法律的适用应该要普遍性，也就是说，我们也不排除将来的政党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啊，如果能够啊普遍适用，应该是比较啊这个符合衡平的原则。好，谢谢，好，谢谢。啊，所以因为解严之后，其实并不是单一的一个政党执政过了，哈，都已经有这个政党轮替了。那目前其实520之后也是一样了，哈。所以，例如在二次金改，财团直接送钱到总统官邸，哈，如果这些钱都进入政党的运用，请问部长，这算不算不当的党产？这个现在虽然是讲啊，我们虽然大家党这个各方所提的这个版本，大概都限制在不动产，是但是啊，广义的财产来讲，当然也包括各种的这个啊，是我想那个不管是陈信宇了哈，或者是徐嘉清了哈，他们都其实还蛮有代表性的，他们也都公开说过了哈。民进党选举拿一个没拿过陈水扁的钱，陈水扁的钱从哪里来？是当律师职业律师赚来的钱吗？还是职业律师薪水足够来付所有的民进党的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而且陈水扁他当初在捐钱的时候，只有捐钱给这个候选人，他没有捐钱给政党吗？这个你们有资料吗？我不清楚，这个可能还需要查。那如果是捐钱给这个候选人，或者捐钱给这个政党，尤其是捐钱给民进党的话，如果将来查出来有这个的话，是不是算不当党产？看你这个党产的定义。好，好，好，所以这个其实将来我们在这个条例上面应该要仔细的去做规范的哈。所以本席具体的要求哈，这个党产的处理条例要有大格局，不但往前追溯，也要向后监督。但现在其实看起来在条例上是应该要做一些适度的去做这方面的处理了哈。好，那第二点，大家都知道哈，盈利事业有亏损的企业是不得捐赠政党现金的嘛哈。那但是罚则其实还蛮低的哈。根据政治现金法，请问部长，他是怎么去处罚这些有亏损的企业？那如果有捐钱给这个候选人的话，是怎么去处罚他们？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如果是接受了这个亏损企业的捐赠的话，这个钱查到了应该要返还。要返还嘛？对。然后是情节轻重，这个候选人也要被罚钱。他要做处罚金。也要被罚钱嘛？但是常常状况是，候选人常常会说，我们也没有这些企业的什么收支的那些盈利的这些他们的那个资料，我们怎么知道说他是不是亏损的企业？所以常常他还是都先收了再说嘛，哈。那如果一并将不恰当的政治现金都纳入不当的党产的规范，是不是比较符合现在的我们针对这个整个条例的一个精神？现在政治现金的部分在政治现金法已经有规范了。
是，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会再去讨论到、这个、是建议就已经有专法，就是留在那个专法，可能但是在处罚的方面呢，因为你现在只是对于政党的对于这个盈利的这个这些公司他们并没有受到处罚，我们现在只是要他就是返还嘛。对，但是这些公司他们可能是其实是政治现金，其实就是有些状况嘛，已经是亏损了，他还这个捐款给这个一些特定的候选人，他们并没有受什么处罚。你现在只有处罚这个候选人嘛，对不对？是。对于这个公司，你有处罚吗？当然，这个都可以讨论，都有处罚是吧？有吗？有处罚。是。好，谢谢。那第三个部分，我想就是我们常常讲哦，你们现在是假转型正义之名了，行另一种不正义的打压了。那从政党的附随的组织来看，民国77年之后成立的政党及其附随组织，都可以就地合法，不受监督，这样算转型正义吗？例如说某某教育基金会，他行政治的目的，且其人事、财务都受政党的控制，内政部认为像这些基金会虽然是属于教育部管辖，但是教育部他们管得到这些东西吗？我刚才您提到的附随组织这个事情，附随组织怎么定义啊？是非常困难，而且也是比较审慎的，因为依照现在的不管是用基金会的形式或者是人民团体的形式来呈现，那么它基本上是一个法人，它是一个法人，但是啊，它并很难，你要厘清说这个是不是是附属于哪一个单位，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对，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教育基金会啦，其实我想国民党、民进党都有啦，都有这种基金会啦，而且常常这个里面的董事也都是政府官员啦。是、我想现在像小英教育基金会里面、董事、其实就有我们的现在的总统当选人嘛，林权也是董事嘛，那像这个教育基金会是受教育部管辖，是。那所以如果有一些他们捐款到那边去，你们都管不到。内政部管不到，是，但是按照现在的规定，他只有要求说每年应该要把财务报表、会计报表送给主管机关备查。好，了解。好，所以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内政部会同教育部是不是应该在审核部分可以有一些联席的会议或者什么方式？目前是按照他的目的事业别来分工，是没有联合审查的这个机制。所以没有联合审查的机制，将来有没有可能可以做到这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令里面，在人民团体法里面，我们是采取比较低度管理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比较是尊重人民团体的高度自主权，那所以对于他的费用的支出各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干预。好，好，了解，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赵天麟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下部长跟我们国产署的副署长。好，赵委员好。是部长好。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暂且不论这一些大家用猜测推论的党产到底有多少，先就我们目前内政部跟财政部曾经清查掌握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各类资产的这个部分。那我先讲的是财政部的资料，财政部给我们的资料里面公开的资料有土地679笔，面积约110.25公顷，按105年公告土地现值价值约新台币805亿元。好，这个是您们给立法院的资料。那这个资料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就照你们的图表，我们来看下一页。这图表里面红色的部分呢，是国民党已抛弃所有权或者已被政府接收的部分，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归还国有好了。那里面呢，只占3%。那其他的呢，黄色的部分呢，就是移转第三人，包括著名的三中案，
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基地，包括其他的这些部分，移转第三人的比例高达75%，那国民党仍然在使用的占21%，这是您给财政部给这个立法院的资料。那这个资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已经让人感到非常的忧心，就是说我们归还国有的比例这么的低，可是借由党产条例或者是促转条例真正三读通过开始执行党产的清理前，就已经移转了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最后会 跟各位请教，先前我们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已经决议的注记，包括财政部的网站，现在到底执行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呢，即便是如此，我们再看下一页，根据财讯以及这个过去民间社团陈社他们在这个曾经所做的这个报告里面，那这个报告讲到国民党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辖下党营事业一览表里面，我们就先圈出三个，包括中央投资，包括这个齐鲁企业，包括玉台企业等。我为什么要举这几个例子呢？我们来看下一页，在这个你们提供给我们的清册里面，因为你们整理了，刚刚讲的是数字嘛，那清册里面呢，我们赫然发现在报纸最近刊登要卖的就是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文山区华新段的部分，它现在正在登报要卖，而登报要卖的这个地段竟然没有列在财政部国产署提出之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取自国家资产的土地清册中，这是什么情况？待会也请你一并回答。我们再来看下一页，而玉台开发实验股份有限公司也是登报都大辣辣的啦，他已经不怕人家知道了，他就是直接赶快自己卖掉他的党产移转第三人，在台中市潭子区这个部分也没有，而且清册当中连台中里面一笔都没有，可他现在已经在卖了。我们再看下一页，在民国1995年国民党向全民报告认列海外投资亏损的部分里面有博流大饭店，这也在卖，也是登报的。所以我想先请教财政部，再请教我们内政部好了。我想请教国产署副署长，这一些你们所给我们的资料里面目前正在卖的部分都不在你们的资料当中，你们可以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 清查整理有这样的疏漏是什么样的原因？我想我们当初确实是依照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他列了几大项去逐一的清查。那刚刚委员提到这几笔有没有在当初，我要 再核对一下，假如说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当初没有符合这个部分，所以没有列进来。是，对，好，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只是提醒说，其实在以立法院现在全新的名义 的这样的一个赋予我们的职责里面，其实不管是透过党产条例还是透过促转条例，党产的 清理整理一定是全民共识了，连国民党自己也认为他也要处理他的党产。所以我建议财政部基于国家的公器，在这里可不可以重新再检视一次，仔细的替民众把关，把过去或许基于各种政治的理由，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不够精确、不够完整的，甚至包括海外的，您愿不愿意在这边宣示说再做一个仔细的整理，然后以便未来不管我们的三读后的法律是到了多少年回溯多少年，一定是一体适用的啦。我现在只是举国民党为例，您愿不愿意再做一次宣示呢？我想那个原则上我们假如说这个条例的部分，假如说看通过以后，我们当然是一定会配合条例来做后续的处理。那至于刚刚委员提到几笔的话，我们可以带回去，我们再去核对清查一下，好，了解他就好。就这我们刚刚举例说明的这些个案，你们再请事后书面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当时漏列了，那也因此可以顺便回溯有没有其他你们彼此漏列的这个情况。那我最后请教您的就是说，我看到媒体报道说在很多人的呼吁之下，财政部里面本来已经取消掉的党产在网站上去呈现出来的国民党党产的情况现在恢复了吗？跟委员报告，这当初是因为当时的行政院研考会所建制的网站的，那因为后来在立法院在审议我们九十七年度的本署的预算时候，就是对我们那个有关资讯设备等等的预算是冻结的2/3，除非把我们那个相关的这些处理资料移除以后，才能解冻了。
那后来是我们配合行政院，他那个时候网站的撤除，我们也相对的移除。那后续假如说立法院决议或者是行政院那个通过要我们再纳入网站的话，我们再跟国发会再研议看看。所以现在当初是行政院研考会架设的网站，我知道。当时也是立法院里面过去在阻挡，让人家对党产有所了解，所以把它消失掉。所以目前还是没有恢复。目前没有。好，这一点我们还是会持续。但是我想请教的是部长的事哈，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海内外的部分，我们还是提醒说，因为你们包括他们都要政党都要向你们去报他的相关的资产嘛。那里面我们刚才已经具体的公开说，他报我们的大概只有一个会计报表。OK， 没有那个，没有明细，没有明细，只有一个结论。是好，这个部分我都只是提醒说，这些部分在未来我们事后要开始追查的时候，民众就会检视到底主管机关有没有善尽把关之责。所以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内政委员会有正式决议的哦，不是像刚刚财政部还可以推说你等你有决议来再说，就是有关于 C1的这个党产注记的部分，是我们内政委员会在上次，也就是在讨论党产的时候所通过的临时提案。目前你们执行情况如何？其实我跟委员报告啊，目前我们也在收集资料，但是因为啊这个党产那登记现在就法人的名义来讲叫中国国民党，那这个部分当然可以注记，因为本来在登记上也就会显示是中国国民党。但是就以互水组织，什么叫互水组织？那因为这个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那我们再研究看看怎么来处理。好，其实哦，部长真的哦，倒数计时了啦。今天我看两位现任跟准备接任总统都见面了哈、哦，我真的诚心建议，因为您我们虽然不同党派，但是您是国家的内政部长嘛哈、哦，那我真的认为，其实最后的时间，为了现在的执政党国民党，因为虽然还没马上要下台，留下一个美丽的身影，就是展现积极的态度。不要再拖延。其实，因为我们看国民党也号称，我们是不拖延，但是要依法行政。我们要必须依法行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叫互水组织，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啊，否则我们很难去认定什么叫互水组织。那好，就是光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那没有问题。那恢复了吗？名字就叫已经开始注记了吗？没，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本来他的不是，我问你开始注记了吗？这个我们可以注记，没有问题。他本来。我只是提醒你，又过一个礼拜了。Okay, 好，你可以拖到你下台前一天呐、啊，这样子，这样可能声音会更美丽。不是中国国民党登记为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哦。这个是立法院的决议，我提醒你，好、哦，不是我个人的要求。好，好，那我再请教一下部长的是说哈，刚才很多委员也有催询，那我们请财政部代表请回哈，就是说最近大家很痛心的这一些社会案件，我们当然也很痛心。那你们有提到说，光是去年毒品人口79000人里面。两成九，也就是23000人是犯了杀人案，一成里面有12000人是重伤害，超过50%有抢夺、强盗、掳人勒赎等。我想请教内政部，这样历历在目的数据，当然显示烟毒犯或毒品拥有者、毒品人口确实是不定时的炸弹。那内政部有什么样的对策，还是说目前就任由他等到刑案发生了再来去做处理呢？其实，在毒品的防治上，不管从上游的工厂或者输入的这个走私的这个部分的来源的这个杜绝，我想包括检调单位以及我们警察边防的单位都非常的努力在做，也有一些的绩效。但是没有错，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发觉毒品还是抓不胜抓。我说的不是抓毒品这个东西，那这个人人口，那人。在三四级吸毒的这个人口，我们是非常的忧心，它是在增加，而且它的年龄层有下降的这个就趋势。是，我重复一下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数据已经历历在目，那我相信警方很积极的在抓毒品配合减掉，这个我很肯定。我现在意思是说，对于这些已经有三成有犯过杀人罪，一成多有重伤害罪，超过50%有强夺、强盗这些问题。我们这个也都是我们警方列为治安顾虑的人口。那我就请教您，愿不愿意宣示说，我们不等到他再次的犯案后，再让警方疲于奔命，警方也好，内政部也好，可不可以协同包括卫福部或者其他单位，我们积极的以不影响人权的前提下，积极的将这一些高危险分的这个因子的烟毒犯或毒品人口，我们做一些比较有具体的作为，好吗？是。
我们会对于这些所谓的吸毒犯的这个人口的这个掌握、会加强。我们是希望能够这个防止他再犯，甚至因为这样而来犯刑案。好，我想这个是民众很需要的一个安全感。我要再次强调，警方现在在对于配合检调、对于毒品查缉这部分，我们是肯定，也非常辛苦了。说实在的，他们再犯率也高。但是就是说，我还强调，在不违反人权的前提下，这一些潜在的，因为数字会说话，就是再犯率高，而且他再犯不是吸毒，他可能为了要买毒品，或者是他的情绪失控去伤害别人，比例也高。是这一块不见得完全是内政部警方责任，也有卫福部的责任。对，但是请协同卫福部一起把这事情做好，好吗？我们一定来努力，来加强。好，谢谢。好，陈明文委员。好，主席，我们请部长。好，那个部长。陈委员好，部长是。其实今天大家在讨论这不但谈谈的处理条例其实我想这是有一些背景的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过去长期以来，台湾跟现在的中国是一样的啦，都是一党独大、一党专政、一党领政的一个政治环境啦。那是过去啦。所以今天你也很清楚今天到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这个政治环境，事实上是要改变的啦。过去东德西德，要未分并合并的时阵，东德他也是一党领政啊。东山就是国山啊，国山就是东山啊。所以东山跟国山拢无咧分的落去啦。但是到东西德合并以后，事实上所有的党产都是归公。我想今天我们应该要有这种思维。大家有这逻辑性坦荡荡来面对今天我们要提出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我想大家心情上就比较轻松了。没有错，没有错吧？是。所以很多人，包括你刚刚也特别也在提出来什么叫做不当，甚至刚刚那个国民党的委员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刚刚还提到说什么小型基金会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其实小型基金会是一个很正派经营的基金会，而且它的经费来源都很清楚、很透明，也很公开。今天我们要谈的，当然就是当然的，包括中国国民党也是讲当年来到台湾的时阵，也是讲党政党国不分你的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嘛是我的那个时代就是讲国民党就是差不多。爱什么就是提什么，所以他有太多的党产，也有太多的党营事业。我想这是应该大家 都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检讨的是透过国民党这些党产成立的一些基金会啦、公司啦、协会啦。我想这个应该都叫做不当的党产啦。尤其你刚刚特别 在提到的所谓什么叫做赋税自私，我想这个 是大家是可以来谈论的。当然大家现在在说什么叫做赋税自私，就是那时候的救国团就大家现在都知道妇联会那时候宋威龄成立的我想这个都是国民党当时的赋税自私啊这个我想很多的赋税这个金牛兽也是啊我想这些都是一些不当党产，那尤其是所谓不当党产的一些定义我想当然等一下我们如果真正的进入到实质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条文内容来讨论啊。但是我要加给你提醒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委员刚刚赵天麟委员也提到事实上很多的不当党产比如说我经历过的，我知啊就是像咱地方管区东部还是地方的乡镇的民众服务站迄个时阵的国民党。地方政府拢安那，拢等于讲土地拢无偿提供，甚至于象征性的一块，就过予国民党管东部对不对？迄个时阵甚至于啥物安内先编医生甲起这个服务站编医生甲起管东部，这个就是不当党产啦、
我想这个是政府不应该这样做的，你这样子没有一个哈、哦，没有一个正这个合法的一个程序，那么把这些钱哈、哦，应该讲开是袂当安尼做的工课，得安尼做。哦，就讲迄个时阵，日本政府都撤离的时候，那国民党哈、哦，或者是他的我们刚刚讲的啊赋税组织哈、哦，直接接收了这些财产哈、哦，包括中广公司哈、哦，那个接管的迄阵。哦，台湾哦，日本迄阵先台湾放送协会各地的一些很多的土地，这个都是不当党产。我想这一点应该你都同意，包括有所谓的转账拨归，这是什么名词？这个是什么名词？这是法律名词吗？我问问的干妈公，这也不是法律名，这好像迄阵国民党时代发明的一个专有名词啦。哦，迄阵的时阵国民党哦所得到的这些。这个国有的不动产，哦，就像中央公司迄阵，哦，甲全台湾吼十九间吼企业拢摕起来，包括嘉义有嘉义戏院，迄拢是啊，迄拢迄个时阵拢是日本啊时代因的财产啊，国民党当然全部把它接收。类似吼，即讲起来即拢无介久的时间啦，即拢我这些时代我拢看到，类似这个都是不当党产。我想，这个所谓不当党产，应该吼是很容易去界定的哦。像安尼，像迄个时阵，照你讲，日本政府等于日本留落来，即迄阵的财产，应该都归由国有才对。但是都把它哦归作国民党的党产。我想这个吼，我也不知道什么这个当时说什么转账拨归是什么东西。哦，转账拨归是什么法律的规定，我也不了解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问一些这个法界人士，他们说这个不是法律的专有名词，哦，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类似哈，我想类似这些东西，这些财产，哦，包括如果你讲中广公司取得所谓天马计划，哦，这个土地，当然现在已经归还。类似这个都是我们要讲的所谓不当党产。哦，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什么不当党产，哦，就是这个，就是哈，哦，直接哈，哦，滋生一些利息的啦，啊是直接抵押讲哦，啊这个获取的一些利益的啦，哈，哦，譬如讲，咱迄阵，我会记迄阵，咱迄阵读初中啊、高中啊时，你看电影，拢吼安尼的时哦，拢有迄电影票，拢有迄征收的劳金捐。那劳金捐捐来的所得都去哦，互联回去。我想这个都是不当党产，这个都是不当的一个这个党产的赋税组织哈，哦，他们所得获得的这些利益哦，像即马互联回即马，即自清大楼啊好哦，啊就我团在自清大楼啊好，啊是讲在这个金融社啊好哈，哦，我想还有很多的这些不当党产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都应该要，啊，怎样，要一一的哈。哦，那么去清理，那么一的哈，哦，要归还给国家。不知道这个部长，我刚刚讲的这些，你同不同意？我想我一再的说明啊，这个个案的情况不一啊。那只要是不当取得的，我讲的这个是概念性的。对，我想概念性的。所谓不当党产，类似我举的这些，你认不认为都是属于不当党产，啊，既然讲不当，那当然就应该要处理。那至于什么叫不当，那个案应该要详细。就是说，它是应该是属于国家的，你把它归为国民党的，就是不当的党产。那当然应该要还给国家嘛。哦，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不当。好，我想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部分，事实上你也应该啊认同了哈。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所谓不当，哦，就是属于国家的，啊，你给它变作你国民党的，好，啊，你也记得那集啦，你黄昭顺委员有在这里咨询你说。救国团啊，金牛座互联会这三个团体你要来处理啊，你要怎么处理？好像经过了三个礼拜救国团，啊，不是，他是说要我们去收集资料啦，哦，那因为救国团现在也是一个法人嘛，他现在到底他是不是属于所谓不当的党产，这个必须要，啊，很审慎的去。不是啊，你不是答应他说要去处理吗？我们啊你是针对你基本上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及方案，要怎么处理金牛社、妇联会还是啊？不啦，我们就是要去先收集他的资料。啊，你意思就是讲，你到我是讲以前你要无就提出。啊，这过来当的代志。啊，你是甲答复啥物？我过来才当的代志。当然要先收集资料啊。啊，收集什么资料嘛？你有咧收集资料无？有啦。你有咧收集资料？有啦。啊，安那收集？你甲我讲者。啊，就是请因来提供啊。
啊，请因各机迄个机构来提供这个资料。提供什么？提供就是讲你伊的财产啊，伊的迄落嘿啊。不，现在电脑一查就有了啊！来提供什么？我们只是还有我们这些金友做旧国团，还有妇联会的这些财产。哦，如果说像妇联会这个，我们要出库起来就900多亿哦。哦，我想这个都是属于按这个应该有一个最起码里面都可以现在就可以处理的，你们现在都可以处理的，为什么都不做？不是不做了，你这个也要有一个法源，而且你现在我们也要有资料。那像刚才你讲的说，到底绕金监，上回我记得啊，也有人提到说绕金监到底监了多少？那我们说我们要去问财政部，因为当时并不是直接给内政部这边没有资料嘛，所以我们也去啊财政部还有国防部去看他们有没有这些资料，都在收集资料当中。我是希望哈，这个保留哈，当然520到今仔日也存无几个月哈，讲起来你也说安尼。家己说咧算馒头的时间了，那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现在社会弥漫了哈，就是希望哈啊能够转型正义。好，我想这现在应该这个氛围你也很清楚，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良心的动作哈。最起码，我想咱一寡在这里不但党产的工作，我们现阶段哦，我们应该哈政府最起码了哈，我们要做好哈这个保全国家这个债权。好，我想。保全国家的债权哈，是应该你应该现在就可以做的。哦，我也给你，因为扁政府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假处分，虽然后来政党轮替以后啊，这个部位哈就没有去继续哈去执行啦。哦，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说，最起码我们国家的债权，我们应该去做保全。哦，无好迄个国民党一直在去年104年七月自己才讲说有250几亿。嗯，啊，12月差三四个月，两公存160几亿，啊，这转汹涌，忽然间转消失50几亿。哦，我想这个是今年、去年的事情，短短4-5个月都判给50几亿去啊。哦，啊，这是不是拢是不当谈查？哦，事实上当然值得推敲，但是就是讲，起码咱看到的国民党的财产是一日一日在减少，啊，大家嘛知影讲一日一日拢在脱散，啊嘛拢在乌白在卖啊。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很多可能就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我们是希望你们现在的都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中华民国的内政部的部长，你们应该善尽你们的职责，哦，该当保全这里所谓的这个啊国家的这个。在前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哈能够动用这个刑事的手段啊，甚至于啊像刑法第356条的啊这里毁损哈在前罪哈，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啊都可以做，甚至于我们也要呼吁哈国民党一挂东干哈，如果恁即马啦恁的后辈哈处理在不当的东山哈，未来哈啊这个会刑事追究的，最起码百姓一点无为啦。我是觉得哈。我们应该好好的面对现在台湾社会追求的转型正义，我们一起来努力，保定安尼好唔好？好唔好？好，好唔好？好唔好啦？卡大声呀！哦，刚才已经打好了，谢谢。好，好，讲好。有美女留言，有美女留言。主席和我们在场的委员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内政部长陈部长，还有我们的国有财产署的编署副署长。好，两位请上来。我是那个洪委员。部长还有副署长好哈。今天呢，我们在谈所谓的不当党产。那当然呢，刚刚国民党的委员呢也质询在问我们的部长说什么是不当党产。那呢也列了一些好，譬如说什么小英基金会啊，或什么等等这些所谓的到底有没有所谓政治现金？我想这里必须要去厘清的，不当党产跟我们在政党法里面就说不当党产。它是应该要另外的立一个不当党产的这个处理的条例，
还是要把它放在政党法里面。我想在上一次政党法在讨论的时候就已经跑出来了，就已经讨论过。那这里呢，其实要去厘清的，政党法它其实是要规范所有的政党。那他们所有这些政党，他的这些当然党产，每一个政党一定会有一些党产，这些党产的来源，譬如说他是从这个所谓的党员所缴的费用啊、政治现金啊，或是人家的捐赠等等。那这个是每一个政党都一样，因为政党法就是要规范所有政党他公平竞争，所以他怎么样组织设立，然后呢，他里面的这些党产的来源等等。我想必须要是这样。那如果里面他就有违反到，好，那里面当然有去规范说政党到底能不能经营所谓的党营事业，那这些的党营事业的资金能不能去作为政治现金等等。我想这是对于所有的政党他们的这些所谓的一般的原理原则，那把这些游戏规则定好，这是定在政党法里面。那我们今天在处理的不当党产，其实是因为在民国34年，我们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接收日本占领台湾所有的这些的财产，这里面的财产它接收了以后，本来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是属于 全体人民的。但是呢，在那样的一个训政时期还有威权的时期里面呢，很多的所谓的党国不分，所以呢，把国库呢通个党库，国家的财产也变成党产。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里面，那样的一个时代的脉络里面呢，因为党国不分，所以许多属于国家的财产跑到党的财产里面去。因为在那时候反正党领导一切，所以呢，其实党还凌驾我们的所谓的政权。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当然所有的党库归国库大家都也 OK。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今天要去处理的，其实是因为民国34年退守到台湾接收了这些所谓的财产，那甚至呢就说到后来在戒严时期，因为党国不分，所以很多是属于国家的财产，可能政府呢一个行政命令就说好，这个就作价就过去了，或者直接就拨用过去了。那这些呢，在今天我们已经解严了，而且解严这么久了，也进入到所谓的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何况现在我们要进入所谓的转型正义的时候，就应该去把这些所有的历史真相把它弄清楚，把应该属于人民的财产，应该属于国家的财产把它归位，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所谓处理的不当党产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从34年以来一直到今天，它应该属于国家的财产，它变成用党的名义，或是用党职人员个人的名义，或是呢，甚至呢，把它所谓的原来建筑，然后再把它转卖，然后现在跑到私人那里去，或是呢，用把它变成去做的投资公司，然后呢，不断的营运等等所赚的这些钱，或是刚刚一直在讲说所谓的附随组织。刚刚呢，部长你想说附随组织是什么？不清楚，必须要把它定义清楚。在这里，我想要请问财政部，你们财政部是不是在93年的时候有一个命令，行政命令，而且是经过行政院核定的，这个所谓的政党及其附随组织，政党或其附随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资产之协商处理原则？是的。有这个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在哪一年颁布的？93年4月吧。好，93年颁布的嘛，对不 对, 对？所以93年颁布的这样的一个政党或其附随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资产之协商处理原则，你们还用这样的一个命令去处理这些所谓的政党或是附随组织的这些所谓的应该归属于国家财产的部分嘛的财产嘛，对不对？是。所以呢，从93年到今天民国106年，你们还能够讲说附随组织是什么不清楚吗？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这个部分因为网站公布以后，大概很多有些质疑的声音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提到那个当时那个许政委员召开院级的会议，第8次会议是在96年6月15号也提出来这个讨论。那决议是这样子的哈，他说目前清查不当党产专属网站所列之团体，统称为国民党附随及相关组织，应属适当，故暂无需另予适当另予通案性的定义，未来则是个案需要认定之。所以
从这个看这个决议来看，似乎也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好，没有很明确的定义。那我们就说，以你们目前你们的定义，或是你们已经在处理的附随组织有哪些？就我们表所列的那个救国团，嗯哼，那之前还有中华日报，还有中广，嗯，那另外还有那个占用的部分，也包括那个中华基金会。什么？中华基金会。中华基金会。哎，对对。好，就是原来旧总那个体系的部分。旧总的体系，好，那妇联会不算。妇联会没有。妇联会没有，为什么？列在我们之前那时候列的清查的部分。为什么？这个详细不晓得，因为这个是整个过程也是经过国资会档案让党产处理专案小组还有那个决定的讨论，okay， 所以妇联会没有列在里面。那军友会有没有列在里面？军人自由社没有。军友社也没有列。我看资料只是当初是去厘清当初闹军捐的部分，大概有牵涉到妇联会和军人自由社等等，但是没有列在我们清查那个财产里面。所以呢，事实上就是说，当初你们在1993年其实已经有所谓的附随组织这个名词，而且你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办法，也已经在处理这所谓的政党跟附随组织的这些应该属于国家财产的财产在处理嘛，对不对？让它回复回来嘛。所以呢，今天当然那时候是一个很，就是说很一个粗糙的一个定义，所以你们就能够就你们所想的，然后去处理的去处理。那今天呢，我们要制定法律，当然就必须要严格的定义。所以这里是不是就应该去清查？因为所谓的附随组织，就是说今天我们说好它是纯粹的人民团体，人民团体的所有的财产就不应该有所谓属于国家的财产，对不对？那除非说你今天政府你是属于这所谓的政府捐赠的啊，捐资设立的这所谓的基金会啊或什么等等，那这个到那个部分再讲，那个跟这种所谓的党产就是国库通党库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希望说在这次我们订立不当党产条例，是不是内政部跟我们的国有财产署是不是可以去把所谓的附随组织一定，你们一定有定义，你们会把刚刚的这个救国团啊、中广啊什么等等这些，你们会把它标举出来，一定有你们所谓的，对不对？为什么这些是附随组织？一定有它的标准。你们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去把所有的附随组织全部把它清查出来，可不可以？我想这个附随组织是应该是委员提案所产生的名词了。那所以我们也是尊重委员的提案。你们行政院公布的命令，财政部公布的命令，请你不要再硬凹，好不好？那个后来在1998年以后就停止适用。1998年怎样？1998年后来这个行政院就核定那个停止适用那个协商处理原则。大声一点好吗？这个协商处理原则是在1998年这个后就经过行政院核定是就不再适用了。不再适用。但是曾经试用过嘛，你们也曾经用这个去处理过嘛，对不对？也没有去把宣布说以前所有处理的都是无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好，虽然不再试用，因为政党轮替了嘛，当然不再试用嘛。那今天呢，我们是要来转型正义嘛，所以必须要把这些的正义属于国家的财产本身就应该出来嘛。那也因为这8年让所有的这些附随组织能够脱产的就已经一直在脱产嘛。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所谓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也就是说我要禁止这些的政党跟附随组织，你本来是属于国家的财产，你本来就应该还给人民，本来就不应该国库通党库。那当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里面是行之多年，但是今天要转型这样，我们就是让它回复到是什么就该什么，就让它归位。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你们今天所提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在这个财政部你们今天所给大家的一个函里面，里面呢，就在这第四页里面有提到说，中广公司它取得的这些的国家资产的不动产里面呢，当然有所谓日治时期的这台湾放送协会啊等等，里面你都会提到一个所谓的作价转账，或是编列预算啊，或是呢这个所谓的转账拨用，或是让售等等这些的用语是什么意思？你们一再的用依照国有财产法的让售，那个让售是不是事实上就是国家只是从 A 单位把它让售给 B 单位，国有财产把这个让售给其他的单位，是不是这叫做让售？根本不需要做，不需要付钱嘛。那或是所谓的作价让售，是不是只是在账面上我这个
A 部跑到 B 部，然后呢，我国有财产局把它拨给这个内政部，但是内政部在它的预算上面，它必须要一个做账，然后来把它这转让过去，是不是这样？这个部分其实那时候的这个转账拨用，好那些等等哈，那个其实它的实际上的那个意义。大概是在账目上做，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他那个是怎么样处理的。所以是账面上做嘛，对不对？并不是真正的有支出钱嘛，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好，今天国有财产把很多的土地或是一些的财产，把它呢做账转售，所以呢，事实上虽然写的转售，其实事实上只是仍然是国家的财产，对不对？国家的。账面上把他说哦，我今天这个国民党，然后呢做了一笔账，然后呢给国家，事实上呢怎么样，还是仍然都是国家的财产嘛，对不对？他是那时候是监察院调查报告是大概转账拨用，或者是作价转账，好、哦，这是这种当时那时候的政府的一些行为是这样处理的了。好，那这些实际上确实我是不了解这个名词的定义的。好，但是不管这个名词的定义是什么，但是都显然仍然是国家的财产，或是所谓的编列预算嘛。当我今天是编列预算给国民党的时候，当它变成党产的时候，它仍然是不是应该属于国家的？因为国家编列预算把这一块土地，然后把它登记在国民党的名下，甚至登记在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或是甚至国民党个人党员的名称下，不管怎么样，它那应该属于国家的财产吧。当初清查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认为应该原属国有财产，只是这些是什么转账拨用等等，应该是就是我们要清理去清查的部分。对，对，就是说它仍然是属于国有财产，只是它现在把它换了名称，对不对？然后呢，在账面上把它写说所谓的做账转售，那其实不管怎么样，它仍然是属于国家的嘛，对不对？应该是原属国家国有财产，对。对啊，我们原属国家的财产，它就不应该是变成人民的财产，除非说好，今天人民他是用相当的代价、相当的对价来跟国家国有财产他释放出来的土地或是财产，然后呢，经过人民以相当的对价把它买去，或是经过政党以相当的对价来把它买去，那才会变成私有或是变成政党，对不对？社团法人的财产，否则的话它仍然是属于国家的财产嘛，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嘛，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最后就变成私人所有嘛。那这也就是我们转型正义要处理的，不是吗？那另外呢，这个内政部呢，你们这个函里面讲说，好，你们去针对这个所谓的妇联会啊，他们的这些的资料，要他们就是在上一次的这个决议呢，要你们提出来。结果你们今天只给我们一个公文说，好，等到你们已经发函给妇联会了，然后要求他们提出这些相关的资料，那等到他们会证来，然后再向内政委员会报告。那什么时候？你们预计什么时候给我们？我们也要等到他回复。那你们限期什么时候？还是遥遥无期，等到他高兴提出来再来报告。他有第一次回复，但是资料我们不够，所以我们还在函去要他补充。好，那你们预计什么时候给我们？我们会把初步他回复的情况先回复给委员会。我要问你说，完整的资料你们预计什么时候？这个我没有办法预期。你们要预期，所以你也不限定，所以你也不限定他们。你们对一般的小老百姓都会限期十天内，限期一周内把所有的文件提出来。我们希望他快，但是他如果没有来，我也没办法提。那你们有限期他吗？多少？我们会来请他催他了，但是因为我们对他的约束力，老实讲，并不是那么强了。好，我们希望在你卸任之前能够把所有资料给我们，谢谢。接下来林长佐委员，林长佐不在，高路已用不在，洪慈庸不在，邱毅莹不在，吴思瑶不在，柯志恩不在，吴志扬不在，陈赖素梅
陈赖素梅不在，江启臣、江启臣、江启臣不在，蔡适应、蔡适应、蔡适应不在，郑宝清、郑宝清、郑宝清不在，严宽恒、严宽恒、严宽恒不在，周春米、周春米、周春米不在，罗明才、罗明才、罗明才不在，郑运鹏、郑运鹏、郑运鹏不在，邱志伟、邱志伟、邱志伟不在，刘耀豪、刘兆豪、刘兆豪、刘兆豪不在，徐永明、徐永明、徐永明不在，苏巧慧、苏巧慧、苏巧慧不在，陈欧珀、陈欧珀、陈欧珀不在，王荣章、王荣章、王荣章不在，李燕秀、李燕秀、李燕秀不在，萧美琴、萧美琴、萧美琴不在，陈廷飞、陈廷飞、陈廷飞不在，林维洲、林维洲、林维洲不在，黄秀芳、黄秀芳、黄秀芳不在，管碧玲、管碧玲、管碧玲不在，高金素梅、高金素梅、高金素梅不在，黄伟哲、黄伟哲、黄伟哲不在，王惠梅、王惠梅、王惠梅不在，陈雪生、陈雪生、陈雪生不在，林俊宪、林俊宪、林俊宪不在，何新存、何新存、何新存不在，刘四方、刘四方、刘四方不在，王定宇、王定宇、王定宇不在，李应元、李应元、李应元不在，李坤哲、李坤哲、李坤哲不在，许玉仁、许玉仁、许玉仁不在，费宏泰、费宏泰、费宏泰不在，陈其迈、陈其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部长。好，请陈部长。还有国防部，国防部的代表。对对对对。郑上校哈。好，委员好。那个部长好哈，我先把这个军人之友社了哈，他整个一个。这个财报啊，跟部长跟两位啊做个说明啊。我大概看了他的资产负债表啊，跟还有他的损益表。那以103年啊送给我们内政部的决算说明书里头啊，在他的资产的状况啊，资产负债状况啊，总社含以及管啊，他的现金啊，他的现金啊，包括活储、活储。定存大概是有这个11亿左右，那土地呢是2.6亿，那房屋呢大概是3.9亿，所以合计它的一个这个资产啊大概是18亿，那它的负债啊大概是1.9亿的，我很快的跟各位这个做一个背景的一个说明，那它的损益的状况以103年。一年为例啊，他的收入是4.87亿啊，那他的营业的成本啊是0.7亿啊，那他的营业的费用啊，包括这些餐厅啊、什么员工薪水啊等等，这个大概4.2亿，所以总计啊，他的收入、他的损益的这样103年来看，大概是平衡了哈，大概赚了这个最后的这个利益啊。
这个毛利大概是1000万左右，我叫这个损益大概是144万，抱歉，140万。简单讲来讲，收的甲付出的费用啦，吼，成本来算，安尼是他怕病啦。好，那你假如啊，你去详细的检视军人之友社，因为军人之友社成立的目的是要进军闹军嘛，对不对？所以你每年你去对照他的这一个，他的包括这些闹军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些啊，跟闹军有关的支出啊，我把它算了一下，大概不到1000万，每年不到1000万。那换句话说，军人之友社现在的资产大概是18亿啊，那收入支出平衡，那每年真正花在闹军身上的啊，那捐款收入是零。换句话说，他是依照他的营业的收入，哦，跟他过去的一个资产，哦，然后他每年啊，再来从事这些相关的一个闹军的一个支出啦。啊，过去，哦，这个所以部长你大概心里有谱啦，哦，18亿财产18亿，啊，真正开的跟他本业他成立目的有关的闹军的支出，那一年不到1000万。那我认为他已经跟他原来成立的目的不符啦。这个是我第一点的意见了哈。那部长，我们今天在审议啊，有关这个不当财产处理条例，它当然它的定义非常的这个大家有争议啊。那按照刚刚财政部所讲的，那军人之友社啦，就你的理解啦，因为你是主管机关嘛，从民国40年成立到现在，这个是不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或者是跟国民党有关？这个跟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这个你的理解看怎么定义了，因为你从这个他现在的组织来看，他就是一个社团法人嘛。哎，他是一个社团法人，但是啊，从章程里面你很难看得出来说他现在是不是受国民党的管辖，或者国民党的指挥嘛？那怎么样来认定这一个啊，他是不是他的附属组织？我觉得在定义上应该是要大家有比较严谨的态度去讨论这个军人之友社啊。从民国39年，它的前身是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是青联会啊。它在39年4月27号，当时在国民党的第二组改造委员会总干事李焕奉命成立。39年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啊。然后40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青联会啊，就是反共抗俄青年联合会，总干事李文忠他建议成立青年暑期军中服务队，并以爱国家爱军队为目标，从事进军活动。啊，那40年8月21号的时候，本案经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二组及国民国防部总政战部的同意，然后积极推动成立，然后在9月1号的时候，这个我就不再念。然后会址后来，在这一个军人之友社，就是当时的青年会，在博爱路150号3楼，当时就在这样成立。话说你从他的成立的一个经过了哈，他是第一个，他原来是国民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有过去的中常会，因为国民党酸书招楼招来台湾嘛，所以当时国民党要改革。就成立所谓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就是国民党的中常会啦，简单讲是这样。所以他是奉他成立，然后40年的时候向内政部登记的，他的经费的来源是哪里？他是闹军捐来的，妇联会大概占了这个闹军捐34年以来总共收了969亿的闹军捐，那1/3是给妇联会，1/3就是给军人之友社，然后另外一个是进出口工会，这个就不提了。所以你将近有大概有300亿的这个规模，啊，简单讲就是讲国民党成立的组织，国防部跟咱的政府拿了这一个闹军捐的这个税收来共同成立一个军人之友社，他成立的目标是为了闹军嘛，对不对？当时啦，当时有他的背景是为了闹军嘛。好了，妇联会也是同样的基础，从过去这样一路上来，后来经营医院，后来经营这个其他的这一个，包括育幼院、学校，哦，妇联会就这样一路走来，那拥有这庞大的一个资产。那军人之友社，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哦，
从333亿左右的这个资产的规模，由政府出资，那国民党主导成立这些相关的这些人员成立，包括这些会长啦、理事长啦这些等等，到最后我们看到说军人只有是怎么会剩下只有18亿的资产？保定立委干嘛做奇怪？啊，这个钱花到哪里？你每年你去检视他历年来几年的这个财报，最近几年的财报，他的营业收入大概都是饭店呐、啊，哦，这个餐厅呐、啊，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其他收入啊。那支出花在绕军的部分才1000万，哦，那这个饭店的这个营业费用、营业成本大概跟他收入差不多，那300多亿跑去哪里啊？部长，啊，你别干嘛做机关，你主管机关啊。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查他历年来的财报，把他从民国40年的账号把他算清楚呢？其实，在现在您刚才讲的他成立的背景了哈，但我想都有所凭据。但是啊，我刚才在回答的是说，所谓护水使之没有错，这个当初成立的时候可能是国民党的一个啊所主导成立的，但是就现在来讲，它是一个法人组织的，好，它是一个啊法人组织。那怎么样去定义这些啊所谓的是不是哪一个政党的护水组织？我是觉得在法里面应该。好，我帮你回答。哎，我的时间怎么那么快？我才刚讲，怎么剩下？是不是按错啊？10+2，对不对？10+2，啊，怎么还没加二了？啊，那个部长，是，咱讲一个较简单的道理啦，钱政府出来啦，哦，啊，当然啦，那个过程内底国民党有主导啦。主导到尾啊，即摆国民党无法度主导，变做民间的组织啦。我请教，这伊的财产是变哪算啦？是算民间的，还是政府的？一开始拢政府出的钱啊，啊尾啊开餐厅赚钱啊，啊尾啊搁开钱出去啊，啊用到尾啊无咧捞，也没有在从事捞军的他的主要的一个功能。我基本上，那这个财产到底是简单讲说，国产变党产，党产变私产，那这个我们当然要处理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在处理不当党产的过程里头啦，哦，你不是我们不是只有切一个时间，然后从现在看这个是不是党产嘛，对不对？他在历史的过程里头，他有一段的时间是，或者是他成立的时候是国民党，这个当然我们要去做处理啊。那从党产变成私产，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嘛，不是这样吗？是我不反对说这些啊来源不正当的这个财产应该处理，我从来没有反对这个事情。但是我是讲说，在定义的时候，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叫护水组织，一定要慎重。那个不对，保定，你在回避我的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国产变党产，党产变私产，或者是说由国民党主导从国产变成私产，这个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在整个财产的一个归属里头，我们政府有责任要把这些财产把这些账算清楚。是应该要处理，我也不反对这样子要。你也认为要处理嘛？是应该处理啊，不处理会怎么样？合不合理啦？不合理，我觉得应该要处理。啊，对，所以我要求哈，这个内政部把他历年来的所有的财报全部都提供给我，从民国四十年到现在，不是只有提供给我最近几年呢，啊，好不好？我们那笔账我帮你们算清楚，这笔账为什么300多亿跑到现在跑到这一笔钱？我们要一毛。所有的我们要去调了，但是要相当的时间了，因为好长的时间呢。你刚才讲的，这个我时间多得很，我还有4年的时间，啊，我就把这笔账算清楚。然后这些钱后来就全部不见，然后租金过去的一些这个委员同仁或大家一个质疑，租金这个我就不提了。对，台北市的黄金地段啊，那开设的这个餐厅，它的房租我看也没有比其他三星级的饭店还便宜啊，也没有啊，对不对？政府给他低的租金，哦，在台北市的精华地段，然后他的租金，譬如说将军房，哦，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房间，啊，或者是说标准的套房等等，你去比价这些现在的这些，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些规模面积相等的三星级的饭店，没有便宜多少，哎，保定，这个是国家的资源，哦，那现在开放。你说好了，那你说你要照顾这个军人，我也同意啦，勉强同意啦。你说要照顾军人，嗯，啊，怎么军公教都可以呢？军公教也可以住啊，为什么可以住？军人可以住，那为什么公务员也可以住呢？那你不是要照顾军人吗？怎么现在公务员在照顾呢？变成公务员自有社吗？啊，老师也可以，教师也可以，啊，这样合理吗？啊，国防部跟内政部这样合理吗？委员。
我们去了解的部分呢，公务员的部分是他实际上有参与从事国防事务的部分。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你打我打刚刚还要咨询前，我还打电话去确认，说我假如是不是国防部的，是不是可以？他说可以，教师也可以，陆客都可以。陆客有没有进去住过？你有没有查过？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啊，陆客可不可以进去住？不行。那假如进去住的话，会怎么样？那就违反了他的规定。啊，他会怎么样？有违反哪一条法律规定说陆客不能住啊？有违反哪一条规定说陆客不能住？你告诉我，你不要随便迎合我说这不可以，不可以。哪一条规定说他不可以啊？他的章程也没有啊，你用哪一条法令可以处罚他啊？啊，餐厅，台北国军英雄馆，你知道他的一个住宿收入才1亿多，他的餐厅收入是啊这个1亿左右。餐厅的收入啊，是1亿1000多万。餐厅的收入比饭店的收入来得高，为什么？啊，是到台北国军英雄馆的餐厅早餐一客100块，大排长龙，谁都可以进去吃哎、欸，这谁都可以进去吃哎、欸，它是不限对象哎、欸，所以那个部长跟这个国防部哈、哦，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国军英雄馆啊。哦啊，是讲军人之友，说你要做，你就是闹军嘛。你叫你讲，你做的业务很单纯，你就是去募款，对不对？募了很多钱，啊、哦，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收入，你要把你的预算你全部拿去哦，去闹军嘛。对不对？符合你东西行列嘛？对，结果不是啊。你去买国军英雄馆，来对陆客啊，来这个是我是看媒体报道了，陆客也可以，我打电话去问军工教也可以，那餐厅一般人也可以。大家都可以进去，那你这个不是名存实亡吗？是假闹军之名啊，是假闹军之名在行业之实啊。你矫正了你的工作是在闹军，为什么你每年的现金都那么多？每年为什么投注到闹军相关的支出不到1000万？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啊，这个不是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吗？哎、欸，保定啊，该呆啊呢，这个逼救国团来可恶。这里社团是按照目的事业是由国防部主管。是啊，我刚刚就跟部长报告，军人有啊，公务员也可以啊，老师也可以，老师也可以，然后餐厅一般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啊，这个就跟一般的餐厅没有什么差别啊，不是这样吗？这个已经跟原来成立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做闹军，这个功能已经全部丧失嘛，所以我要求说这个账哦，部长算清楚啦，那钱到底走去堆去啦？国产变私产，这个钱到底是跑去哪里？那假如是属于国产，原来成立的目的，原来成立就是国产，那你所有的董监事或所有的理监事，那你应该是要政府指派，你就把它接收回来嘛。我也不是说军人之友社，哦，这个相关的这个运作，你马上把它停掉。我的主张不是这样，但是你假如是他出资，当时你证明说这个都是政府成立的。他大部分的经费来都来自政府的捐助，那这个应该要收归国，由国家来经营，对不对？然后你他相关的业务，你再来做整体的一个规划嘛，这个我同意。哦，这样部长，我讲来讲，这个原则我同意的，我就讲说这个从啊国家拿到的不当的啊财产，然后现在其实变为啊私人的或者是一个社团法人，将来应该要做适当的处理。好。那我拜托这个内政部把他所有的财报，我帮你们算一下账，从40年到现在看资料到。现在这个部应该是在国防部的这个主管。没有啦，你们也是主管机关，40年成立的时候就有。好，我们会就我们有的资料来。那另外一个哈、哦，这个资料你们附了一本资料，就是这一份资料没有给我。40年11月15号，内政部内设第7864号代电核准办案，我看了为什么核准，当时成立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这所有的文件就是这份资料没有给我呢？我们再他成立最重要的核准公文，你不给我，你给我一个70几年的公文。我们再去调阅这个公文。好，谢谢。好，江永昌委员不在场。我们今天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不在场外，其余都已经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啊，那委员林俊宪、吴其敏、周成秀霞、周春米、洪忠义、
卢秀燕、江永昌、高陆以用。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单位另以书面答复。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另请以书面答复。好，那我们在上次的会议有宣告，我们不当他人处理条例，待询答结束之后，我们会来进一步举行公听会，邀请所有的学者、专家跟列席的官员发表意见，来提供我们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作为参考。那公听会举行之后，我们会另定期继续审查这个相关的一个条文。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